震惊震惊全球震惊。马爸爸斥资十亿购买十张超级藏宝图，终于挖出了九转金丹，现已得道成仙。最新消息，魔都某专家从藏宝图中挖出十万丧尸，目前魔都市已陷入混乱之中。据本台消息，14亿人疯传有人在使用高级藏宝图后挖出一位仙女，现已结成夫妻。据传网友叶某在泰山脚下使用超级藏宝图后挖出了一辆奔驰，奔驰疑似某位大人物座驾盗运非凡。苏宇不断刷新着网上的新闻，整个人都是懵逼的。这是一个名为蓝星的世界，和前世的地球十分相似，可三年前因为藏宝图的出现，一切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人挖出了数以亿计的恐怖毒虫，使得整个城市都化作了人类禁区。这三张藏宝图我是挖还是不挖呢？如果挖，万一挖出十万丧尸自己当场毙命，如果不挖，万一藏宝图中是价值连城的宝藏呢？要不我把藏宝图卖掉，按照目前的行情，普通的藏宝图一张保底10万，三张起码能卖30万，实际上一张藏宝图就是卖20万左右，也都是很正常的。苏宇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间收到了手机上推送了一条消息，苏宇连忙点开看了起来。市民徐某在天上人间足浴店挖出一条巨龙，目前已造成3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我没记错的话，天上人间足浴店距离我好像就5、6公里，这也太危险了。我真的很想做个普通人，可现实不允许。藏宝图我不卖了，我就是死也要去挖藏宝图。苏宇有了主意，一咬牙卷起三张藏宝图飞快地出门去了。跑了一会，苏宇回过头看了一眼巨龙没有追上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咦，这里是好像其中一张藏宝图的坐标就在数十米外，我到底要不要啊？我还没有娶媳妇呢，万一挖出丧尸毒虫千年妖怪，岂不当场殒命？我要是能提前看到挖出来的是什么，那就好了。这里封印着99只丧尸，一旦开启，他们会将你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这是提示？我这是能看到提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未免也太爽了。这张藏宝图是不能再开启了，别说99只丧尸了，就是一只丧尸我也打不过。现在还有两张藏宝图，既然我能看到提示，那我就必须要挖上一挖了。30分钟后，苏宇兜兜转转来到了1公里之外，这里是第二张藏宝图标注的地点所在。这里封印着一座湖泊，里面栖息着75只美人鱼，它们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一双美丽的大长腿，它们对人类充满了欲望，索取无度。你确定要开启这张藏宝图吗？太可怕了，美人鱼这种玩意都能让我碰上。听新闻上报道说，有人挖藏宝图挖出了美人鱼，那人最终是活活累死的。幸好我能看到提示，要不然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共三张藏宝图，现在还有一张，我的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吧。40分钟后，苏宇大口喘着粗气，终于来到一片废墟外。因为巨龙的出现，这里的人们早就逃走了，所以苏宇连个人都没有看到。希望第三张藏宝图不会让我失望。这里封印着一枚红色的果子，吃了它你可以变得很强很强。红色的果子，吃了它我能变得很强？吃，必须吃，我现在就吃。这是朱雀果，据说普通者服用后会成为超凡，且可以提升自身天赋，属于十分难得的一种灵果。苏宇吞下灵果以后，来到了空间裂缝，空间里苏宇影子被九条锁链锁着，不一会链条突然断裂一根。这就是力量吗？卧槽，哥们，救救我，救救我，只要你救我，我这里还有一张藏宝图可以给你。哥们别考虑了，再考虑我都跑不动了，给你。好，我答应你。当下苏宇左右看了一眼，抱起路边的垃圾桶直接就狠狠地砸向了丧尸，丧尸的脑袋直接爆浆，身体倒在地上抽搐了两下不再动弹。哥们厉害了，我本来想着咱俩合力干掉这只丧尸，结果你直接秒杀了，这么一看，哥们你已经是战士了。你就挖出了一只丧尸吗？幸好挖出的只有一只丧尸，这要是再多一点我死定了。你运气可真好，根据记载挖出丧尸的最少都有10只，你挖出了一只，运气是真的很好了。好了，我走了，再见。哎，还想问问你收不收藏宝图呢？经历了这次的事情，我是不敢再去挖了。你说什么？你要卖藏宝图？哥们，你不是都跑没影了吗？怎么突然就回来了？这不重要，你刚刚是不是说要卖藏宝图？当苏宇听到他要卖藏宝图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现在他能挖的藏宝图没了，所以要想办法去弄点藏宝图，很显然买别人手中的藏宝图是最好不过的了。不错，这次我运气好，只挖出了一只丧尸，而且也遇到了你，要不然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我要把剩下的藏宝图全都卖掉，你想要吗？想要。
一张藏宝图，你准备卖多少钱？市场价100,000一张，但是我不接受市场价，这东西现在都是有价无市，所以我准备一张卖200,000，你要买吗？当得知道要200,000一张的时候，苏宇整个人都懵了，因为他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200,000，其实我凑凑还是有的，可是那是我娶媳妇的钱，不能乱花，要不然就娶不到媳妇了。啊呸！苏宇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面庞上，骂着自己：这都什么时代了，我竟然还惦记着娶媳妇，女人只会影响我变强的速度。藏宝图我要了，怎么交易？自然是交易大厅了，那是官方开设的交易大厅，安全有保障，你也不想中间出什么问题吧？行，我们现在就过去吗？现在不行，这样吧，下午4:30我们交易大厅见，我们先加个好友，到时候我威你。行。苏宇也不着急，彼此加了好友后便就分开了。20万，藏宝图是真的贵，既然胖子的藏宝图都能卖20万，那我这两张藏宝图是不是也能卖20万？如果能挖出好东西，那我自然是赚了，如果挖不出来，那也不亏啊。这么一想，苏宇瞬间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念头变得无比通达。一个小时后，苏宇来到了第4张藏宝图的地点，希望胖子的这张藏宝图能给我惊喜吧。这里封印着一柄道兵的碎片，你可以发挥出它10,000,000分之1的力量，切记切记，不可唤起主人的名讳，不然它将在时光长河中奇迹再现。道兵是什么？从未听说过。10,000,000分之1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苏宇微微皱眉，他在犹豫要不要挖。挖了20万就没了，不挖万一是个好东西呢？算了，赌一把。纠结了3秒钟，苏宇再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使用了藏宝图。顿时苏宇看到了一片空间，里面静静地悬浮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碎片。苏宇伸手，碎片落入掌心，其上的光芒迅速内敛，变得十分不起眼，上面刻画着繁复的纹路，似乎蕴含着匪夷所思的伟岸距离。苏宇表示自己完全看不懂，同时在入手的时候，苏宇感觉到自己和碎片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让自己能够轻松操控碎片，发挥出碎片中的力量。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传荡而来，苏宇回头望去，面色顿时惨变。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被人挖出来的巨龙竟然还没有被解决。全都给老娘躲开，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不行，我绝对不能死。对了，我还有一个碎片，我只能发挥出1.1/1的力量，不知道能有多强，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苏宇咬牙，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掌心握住了碎片，激发了其中的力量。卧槽，好强，那上面好像有字，如什么？苏宇震惊了，可下一瞬他觉得浑身无力，双腿打颤，这是后遗症，未免也太……苏宇瘫倒在地上，全身都在发软打颤，觉得自己虚弱无比。这是哪位强者出手了？我刚才好像看到那棒子上写着如意金箍棒，难不成是神话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出手了？没听说有人挖出齐天大圣啊。先不要管那么多，既然巨龙死了，那就是好事，我们先救人。巨龙实在是太强了，看看把现在的年轻人都吓成什么样子了。他走到苏宇身前，不由分说的直接抱起了苏宇。女人都是温柔乡，苏宇想要反抗，他可不想坠入温柔乡之中，沉沦其中无法自拔，但是现在的他太虚弱了，根本无法反抗，干脆就直接就顺从了。对不起，我们没能第一时间解决掉巨龙，给你带来了麻烦，实在很抱歉。卧槽，这他妈也可以，自己得到成仙了，一分钱没花，还赚了10亿，马爸爸不愧是商业鬼才。咦，你醒了？嗯，刚才谢谢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刚才都没有太注意，现在才发现你年纪轻轻竟然已经打破了枷锁，开启了基因进化，你应该还没有在守夜人这里备案吧？昨天我还是个普通人，今天才使用了藏宝图，挖出了一枚朱雀果，让我得到了进化。明天记得来守夜人分部，所有开启了基因进化的都需要备案，到时候记得来找我，我亲自带你去办理。好的。林子，林大队长，你这是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个18-19岁的年轻人，今天刚刚打破了枷锁，开启了基因进化，倒是一个好苗子。18-19岁就打破了基因枷锁，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啊，说不定还在你我之上。这碎片哪怕我只能发挥出10,000,000分之1的力量也是十分可怕的，那么强的巨龙竟然就被我一下砸死了。但这是一秒真男人，一秒后我就切菜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能使用。这么快就到4:30了，我得抓紧时间去跟胖子汇合，把藏宝图给买了。钱带了吗？带了。
哥们，你要是还要藏宝图，可以联系我，这东西我还有很多。你怎么有那么多？嘿嘿，我是家里的独苗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算上我，一共七口人。你说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死胖子，真特么幸福。现在我手上还有18张，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念在你救过我，藏宝图你要是想要的话，1张20万，优先卖给你。死胖子，难道打算坐地起价？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藏宝图，苏宇匆匆离开了交易大厅，出门就朝着藏宝图上标注的地点跑去。距离交易大厅也就3公里左右，因为打破了枷锁，开启了基因进化，成为了战士，所以苏宇只花了10分钟就到了目标地点。这里封印着一个番茄，吃了它，你可以变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怪物，你的战斗力将爆表。番茄是怎么回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怪物，不会让我变成傻子吧？苏宇没有任何的纠结和犹豫，立马使用了藏宝图开始挖了起来。酸酸甜甜，很是可口，味道还不错。蓦然，苏宇眼前一花，看到了熟悉的一片空间。突然，苏宇的影子力量十分蛮横的冲了进来，狠狠地撞在了其中一条锁链上，它碎了。根据网上公布的消息，每碎裂一条枷锁，便就是提升了一阶修为。我碎裂了2条锁链，那我现在应该是战士2阶了。明天去守夜人分部一趟，自然就知道了。刚好我手上还有2张藏宝图不能使用，卖给那些守夜人强者，将有危险的藏宝图卖出去，得到的钱再去找死胖子买新的藏宝图。啊，我真是一个天才。回到家中，由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太多，难以入眠，有些接受不了，所以苏宇掏出了手机刷起了新闻。今日市民王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一条巨龙，致1000余人死亡，10万余人受伤。目前伤亡数据还在统计中，因为巨龙的破坏，本市有23栋大楼被摧毁，损失过1000亿。目前王某已被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市民何某使用藏宝图挖出3头丧尸，目前3头丧尸已被击杀，没有造成任何危害。今日市民苏某使用藏宝图挖出1枚朱雀果，服用之后已经打破枷锁，开启了基因进化。咦，这是在说我？不应该啊，别人怎么可能知道我开启了基因进化？难道是守夜人林子会报上去的？看来以后我得和这个女人保持一定距离。市民周某在上班的途中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一个音响，从此唱歌不跑调，发音更标准。直至到了后半夜，苏宇这才放下手机，沉沉地睡了过去。据消息称，徐某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一座棋盘，徐某正在幻境中与世外高人斗智斗勇，棋局不破将永远被困其中，无法走出幻境。苏宇，你来了。你好，我是来备案的。我知道，跟我来吧。胖子，我要2张藏宝图，今天就要。等会儿我告诉你时间，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今天不行，我在医院呢，等我出院了再说。你这是怎么了？为何跑医院去了？在哪个医院？我等会儿去看看你。哎，一言难尽，你要过来那就过来吧，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你到时候直接来666病房。身份证给我。哟，才18岁啊，把手给我，然后调动你的力量在体内运转，我测一测你的力量。战士2阶。嗯，这才1天你就战士2阶了，这成长的速度是不是太变态了？倒也不是，昨天我还挖出了一个番茄，这才战士2阶的。他的话让苏宇热血沸腾，可很快苏宇就冷静了下来，略微犹豫了下。要不你给我说点实际点的。既然你说来点实际的，那么我就跟你说点实际的。加入守夜人实习期间保底3张藏宝图，如果转正，每个月都会有1张藏宝图，一年就是12张藏宝图，这还只是保底。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好处吗？年薪120万，送你一套200平的大平层，水电物业宽带费话费全包，还能送你一辆汽车，有钱组织给你报销。另外你要是想结婚，守夜人还会帮你介绍对象。这么好，那我加入。这是守夜人家属楼1栋808室钥匙，里面什么都有，你可以拎包入住。林姐，我有2张藏宝图准备卖掉，你这边有渠道吗？藏宝图有市无价，你竟然要卖掉？我已经挖了3张藏宝图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再挖下去可能要出事，所以我想着将剩下的藏宝图卖掉，等我有新的藏宝图再去挖。既然你想卖，这东西不愁没人买，你先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雷刚，我听说你这2天到处收购藏宝图，最近修为到瓶颈，想收购点藏宝图去挖一下，看看能不能挖出好东西，助我打破瓶颈。林队长，你突然让我过来做什么？这有2张藏宝图，50万卖你，要不要？林队长心黑了，市场价也就20万左右，2张合起来也就40万，林队长一张口就直接黑我10万，太过分了吧。你不要，有的是人要，我记得你的死对头好像也在收购藏宝图，不行我就卖给他。行行行，看在林队长的面子上，
这两张藏宝图我全都要了。小伙子，林队长人很不错，好好跟着林队长干。我谢谢你的好意，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一张是99只丧尸，另一张是75个美人鱼，够你喝一壶了。林姐，这藏宝图要是有危险，这光头能搞定吗？他挖藏宝图都是带人去挖的，就算不是普通危险也能轻松应对的。放心，你现在是我的人，雷刚队长不敢找你麻烦。这次光头要是没出事，以后把藏宝图都卖给你。咦，胖子，你这是怎么了？哎，昨天和你分别后，终究还是没有忍住，我回家拿了一张藏宝图去挖，然后遇到危险了。危险倒是没有遇到，反倒挖出了一本功法。这也不对啊，你挖到功法怎么就挖到医院来了？你没看新闻吗？我就是挖出葵花宝典的那个，当时太激动了也没多想，看到葵花宝典上写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直接就割了下去。等我割了之后，才看到第二页还有一句，如不自宫亦可成功，然后我就打了急救电话。接上了，医生说区区两寸，好好养养，不影响使用。这是你要的藏宝图。胖子，你实在是太好了。那行，你先好好养着，我就先走了。小雨，要不去我家吧，小如一直念叨着你呢。不了，张阿姨，现在房子都没了，还能去哪儿？张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哎，苏雨走了，看这样子，小如你跟苏雨怕是有缘无分了。都怪你，当时我和苏雨玩得好好的，你们非要让我不要跟苏雨来往，说苏雨是孤儿，还要咱们救济。竟然都是全新的，守夜人是真的有钱。林姐，你怎么来了？我下班了，回家吃饭，就过来看看。走，上我家吃饭去。你先坐，看看这本书比较适合现在的你，姐去给你下面吃，你有福了。我很少下面吃的，这次你一定要吃个饱。对了，我屋里有一条大黑狗，千万不要去招惹它。林姐，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挖藏宝图挖出过一条大黑狗，据说是神话传说中的哮天犬，不会就是它吧？怎么可能，我要是能挖出哮天犬，现在就不在天河市了。即便是还在天河市，也必定是守夜人分部的部长了。而且根据记载，神话传说中的哮天犬形如白象，所以那应该是一条大白狗，我这条是大黑狗，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枷锁便就是一阶修为，若是能够打破九条枷锁，那便就是战士九阶了。胡说八道，当年有人诅咒人族，这才有了九条枷锁。想当年人族人人皆是天生道体，何来枷锁？谁？什么人在跟我说话？难不成在我的脑海里藏了个老爷爷？老爷爷，你在吗？在吗？是我异想天开了，一条狗怎么会开口说话呢？苏雨，尝尝姐的手艺怎么样？好，好吃。他喵的，这是人吃的吗？好吃，那你就多吃点，你还是第一个夸我做饭好吃的呢。苏雨点点头，咬着牙含着泪，一口一口将盘子吃得干干净净。这本书你拿回去看，但记住了，回头还要还给我的。另外千万不要将这本书给普通人看，普通人机缘不够，看了也是白看，而且还容易滋生烦恼。林姐，我记住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回去看会儿书，还要去挖藏宝图呢，时间很紧的。你和他说话了没有？哼，我都听到了，这屋里除了我再没有别人，不是你说的，难不成还是鬼说的？这人不太对劲。你的意思是他不是他了？那倒不是，在他的身上我感应到了祖星的气息。祖星吗？那是什么地方？小丫头，你太年轻了，不知道也正常，而且这事情你也没知道的必要。我的实力还没有恢复，现在很虚弱，你替我好好照顾照顾那小子，或许他会给我一个惊喜呢。不用你说，我也会照顾好他的，他现在可是我的人。还有两张藏宝图必须先挖了，昨天出了个巨龙，明天说不定就是十万条巨龙了，那时候就真的是末世了，将实力提升上来，到时候哪怕打不过，起码还能跑路。这里封印着一座残缺的狗头铡，于你而言它没有任何的危险。狗头铡嘛，不管了，只要对自己无害，直接挖了就是。来人呐，狗头铡伺候，开铡。竟然有人挖出了狗头铡，还真的是狗头铡。你是苏雨吗？你是守夜人天河分部部长李潇。见过部长。我看过你的资料，有些造化，有些机缘，不但成为了战士二阶，现在竟然还得到了狗头铡。回去后好好研究一下，看看这狗头铡有什么作用。好的，走了。这部长李潇到底有多强？为人族贺，为大夏贺。市民苏某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狗头铡。我这是上新闻了吗？人生第一次啊。不对，先前我挖出朱雀果后就上过一次了，不过那次感觉没这次强烈，就是不知道这狗头铡有什么作用了。
狗头铡专铡欺压百姓的坏人。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好想尝试一下，可却找不到目标，总不能对着路人甲乙丙丁开铡吧。罢了，有机会再说吧。市民雷某使用藏宝图后释放出了99只丧尸，目前局面已经在控制中。这个雷某很可能就是守夜人光头雷刚队长，这应该是挖了我的那张藏宝图释放出来的，局面在控制中，那就好。市民张某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一头神兽幼崽，目前正在激战中。神兽幼崽吗？立马赶过来，你实力太弱，不要靠近，远观即可。这次竟然挖出了一头神兽幼崽，正好给你长长经验。那可是神兽幼崽，目前还在激战中，过去后万一挂了怎么办？但也就犹豫了两三秒，还是大步流星迅速赶往目的地。这还是神兽幼崽，就这么可怕，若是成年了，怕是整个蓝星都会燃烧起来。你来了，站这里看比较清楚一些，你刚加入守夜人，经验完全没有，现在正好看看。嗯，林姐，你不去帮忙吗？部长在，还不用我出手。那两人，一个是咱们守夜人分部的部长李潇，今天早上刚回来，另外一人就是挖出朱雀幼崽的张队长。张队长，烧起来了。林姐，再不帮忙就要全村吃席了。等会儿我若是出手，你立马退远一点，这头朱雀幼崽很不简单，实力强得有些离谱了。要不要我参战？不用，喊你来只是让你长长经验，不是让你参战的。你太弱了，上去一秒钟都撑不住，必死无疑。孽畜，找死！操！这就是在编制内的福利吗？我来了。这该不会打不过吧？真该死！我一个战士二阶的存在，担心这些做什么？所有守夜人全体出动，死战不退，杀朱雀幼崽者赏十张藏宝图。畜生，纵然我苏雨战士二阶，也不惧一战，我和你拼了！看我用道兵碎片发挥出其亿万万分之一的力量，将你击杀。苏雨内心一动，正要换出道兵碎片发挥出一点点力量将朱雀幼崽击杀的时候，便听到嗡的一声，狗头铡竟然出现在了身前。你能杀了他？全都让开，放开那只朱雀，让我来。来人呐，狗头铡伺候。不要啊，大人饶我一命，我愿臣服人族，为人族效力。斩！卧槽，这是战士二阶的苏雨，朱雀那可是神兽。各位同僚不用支援了，朱雀幼崽已经被杀了。李潇，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朱雀幼崽强大无边，你解决不了吗？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这件事回头再说，各位同僚到时候看报告吧。你现在感觉如何？有点虚弱，体内的力量消耗了一大半。狗头铡跟道兵碎片相比，道兵碎片的蓝感觉完全不够用。那就好，苏雨，你这次立功了，最迟明天十张藏宝图就能到你的手上。多谢部长，这波不亏，稳赚十张藏宝图，价值至少200万。林子，苏雨是你的人，你带苏雨去做个检查，避免第一次使用狗头铡留下一些未知的隐患。好的，部长，我现在就带他去做个婚检。林队长，苏雨很健康，生命源比二阶战士旺盛得多，你大可放心。苏雨，真是羡慕你，凭借狗头铡你比我都还要强。林姐，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为人族贺，为大夏贺，守夜人苏某使用狗头铡秒杀神兽朱雀幼崽。这不是在说我吗？该死，该死，真该死，我的能力就这么出众吗？哎，又是一片废墟，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危险了。这里封印着一条内裤，如果你将它套在裤子外面，大约可以提升使用者10%的力量。如果你将它套在头上，可以提升20%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无限制提升，而是存在了上限。我区区一个战士二阶的修为，哪怕提升20%，也还是战士二阶，撑死了战士三阶顶天了。这玩意于我而言，鸡肋。所以这东西还是卖掉比较好。对，卖掉。但是这东西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要不我去找林姐问问。苏雨，你怎么回来了？林姐，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行，那你跟我来吧，这里是我的办公室，没有人，隔音也很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林姐，我怎么掏不出来？苏雨，你想干什么？
这是哪个新人？这是得罪林队长了吧？我记得雷队长以前好像也被林队长这么对待过。你还别说，张队长也被揍过。苏雨，你是我的人，你还敢对我耍流氓？林姐，你能不能听我狡辩？啊呸！不是，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完？是这样的，我那会儿离开分部，顺便挖了一张藏宝图，然后我挖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战王使用的内裤。卧槽，这颜色！你知道的，我现在不过战十二阶，实力太弱，这东西最高可以提升使用者 20% 的实力，我觉得它不适合我，我想要卖掉，但我不知道价格，所以先来找林姐问问。你不早说，看看现在误会多大。苏雨，你不会怪林姐吧？不会，他喵的，要是能打过你，老子才不受你这鸟气。真的能提升使用者 20% 的实力吗？如果是套在裤子外面可以提升 10%， 套在头上的话可以提升 20%。 还真的是，可惜了，非常不适合我，不然这东西我要定了。苏雨，那你准备卖多少钱？不知道，所以才来找林姐问问。这玩意的使用方法实在是太羞耻了，能卖一两百万就不错了。林姐，那我的狗头铡能卖多少钱？你卖吗？你要是卖的话，我现在就想办法给你1亿。不卖。我想也是，那条内裤既然你要卖，你等会儿我喊雷队长过来。雷队长，我这有好东西。不会又有藏宝图要卖了吧？25万一张，有多少我要多少。这货真这么有钱？25万一张，有多少要多少。听听，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雷队长，先看看东西。这东西我要了。林队长，你要多少钱？500万。林四，你真当老子傻了？最多180万，爱卖不卖。成交。这东西是你挖出来的吧？就是苏雨挖出来的，你想干什么？苏雨，要不你来我这里，我带你嘎嘎乱杀。比如这内裤，你要是跟着我的话，我直接300万收了，你多赚120万，他不香吗？雷刚，你够了，敢挖我的墙角，你是不是又想挨打了？你别听他瞎说，他那全都是老爷们，整天臭烘烘的，但你跟着姐就不一样了，姐能保护你，让你全身都香喷喷的，以后姐还能给你介绍对象。苏雨，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苏雨，你不会真要去雷刚那里吧？不去不去。沙雕银行到账180万。林姐，这次麻烦你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沙雕银行到账30万。你这是做什么？林姐，这钱你必须收下，要不然以后我都不好再麻烦你了。下不为例。林姐，我还有事先走了。行，给你的书要好好看，过两天你就得来这里上班了。怎么样，身体好点了没？你来做什么？你住院，作为朋友我来看看你啊。那你怎么又来了？又来了什么意思？你早上才刚来过，今天还没过去呢，你现在突然又来了，很难不让我觉得你怀有别样的心思。是我过糊涂了，今天我的精力太多了，以为都过去好几天了。那行，那我就先走了，你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点了我再来看你，到时候找你买8张藏宝图，钱我都准备好了。幸好他是为了藏宝图。哎，等等，他突然要买8张藏宝图，这是挖出好东西了吗？要不我也去挖挖。罢了，我再养养伤，万一真挖出了不得的危险，就我现在这小身板跑都跑不过。这么厚的书没有3-5天根本看不完。难不成是林子回来了？六，这狗是成精了吗？还知道按门铃，但神兽朱雀幼在临死的时候还能开口求饶，一条大黑狗知道按门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原来战士九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实在是太深奥了。话说真是奇怪，我都成守夜人了，怎么也没人叫我战绩和秘书呢？苏雨，立马来分部。出事了吗？听起来好像还挺着急的。我要去守夜人分部了，你要不要回家去？你是真的狗？那我先走了，你自己待着吧。还需要输入密码，莫非苏雨来自祖星？这狗不简单，他看到了我电脑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我现在该怎么办？不过还好我在家里装了监控器。林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诺，这是部长奖励你的10张藏宝图。多谢部长，多谢林姐，本以为要等到明天，谁知道现在就把10张藏宝图给我了，部长好人啊。还有，鉴于你这次的表现，部长特批允许你即刻转正，所以苏雨啊，你现在是真正的守夜人了，明天早上记得8点到分部报道，我带你先历练历练。好了，现在你可以走了。那好像是部长李潇。那是光头雷刚队长，发生了什么以至于雷刚队长现在就将内裤套在了头上？苏雨，你在这就好，前面出事了，你得跟我走一趟。对了，
你的狗头铡还能用吗？能用倒是能用，但也就只能催动一次了。由于蓝的消耗太大，一次过后短时间内便无法再使用了。能用就好，这次说不定还得你出手。有人使用了藏宝图后挖出了丧鲲，数量过于庞大，目前暂无法统计。最重要的是还挖出了不少丧鲲王。丧鲲王堪比战王级别存在的丧鲲王吗？不错，普通的丧鲲哪怕实力再强，终究只是凭本能，没有丝毫智慧。可丧鲲王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智慧完全不输于我们人族，所以他们的存在是相当可怕的。你保护好自己，不要急着出手，这么多丧鲲王一定有一头最强的存在，你的任务就是把它找出来然后嘎掉。大黑，保护好苏雨。这么下去早晚得玩完，要不我现在提桶跑路，进厂打螺丝，撩个妹子过日子去，还做什么动画，还当什么守夜人，太危险了。大胆丧鲲，竟敢降临我天河市。市民乔某使用了藏宝图后挖出了一个音像，该不会就是他吧。市民段某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一位古装女子，目前已为古装女子办理了身份证和户口。这不就是上次新闻上报道的那个少年吗？我什么时候也能挖出这么漂亮实力还如此强大的女子，说不定还能给我当媳妇儿。还不上狗头铡，等待何时。来人呐，狗头铡伺候。不要啊大人，我错了，不要打我。站！大黑，快带他走。完犊子了，使用了狗头铡，我体内的蓝已经没有了，现在连走路都是个问题。太看得起我了，没有车钥匙我怎么开车？难道我即将终结在这里了吗？那是不可能的。难道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桑坤，你们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挖藏宝图，等我挖到宝贝后再来玩死你们。这里封印着一粒丹药，吞下它你即可法力无边。好强，我觉得现在的我能要十个妹子。啊呸，我现在能打十个。来人呐，狗头铡伺候。斩斩，狗头铡变强了，我先跑路了。快闪开。林姐你没事吧？你看我样子但是没事吗？那行，林姐我先走一步。我真是服了你的老六，能不能先把我拽出来，我卡住了。这里封印着十万头丧鲲，一旦开启你的城市将会除名。十万头丧鲲，十万头丧鲲，这张藏宝图我卖都不敢卖。妈呀，二十万，我的二十万啊。我记得还有几张藏宝图的坐标也是在这附近。这里封印着十亿只毒虫，一旦开启你的城市即将除名。真是日了狗了，十亿只毒虫又除名，四十万，我的四十万啊。不行，下一个下一个。这里封印着一位圣女，你有一定几率成为她的道侣，但也有一定几率成为她的剑下亡魂。啊，这圣女这几率为何就不是百分百呢？若是能够成为她的道侣，自己是不是就可以位列仙班了？即便不能位列仙班，吃个软饭总可以的吧。罢了罢了，继续下一个。这里封印着哮天犬自然脱落的一根狗毛，本拥有匪夷所思的伟岸之力，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伟岸之力早已消散，但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一次性宝物。一次性宝物吗？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次的丧鲲大军。不管了，先挖来试试，还真的能解决这次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解决了之后我能得到多少藏宝图。林姐我回来了。那不是我的毛吗？好想抢过来。林姐能不能带我去天台上，给我一个能够看到绝大部分丧鲲的视野。再这么下去天河必然失守，到时候势必会化作人间炼狱。这次我天河能否安然无恙可就全都看你的了。你都叫什么？就这没了。苏雨，这是还真的是个人才啊。传令全世界备寻找残存的丧鲲。我已经传令下去了，所有部门都已经开始行动解决残存的丧鲲，问题应该不大。不错，刚才那是你的杰作吗？那是苏雨使用藏宝图挖出来的一根狗毛。苏雨说那是哮天犬自然脱落的狗毛，属于一次性宝物。哮天犬的狗毛吗？哮天犬自然脱落的一根狗毛都有如此威力吗？那真正的哮天犬又强大到了何等地步？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很强就是了。苏雨，这样的狗毛你还有吗？没了，就这么一根。若是能找到哮天犬的狗窝就好了，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它自然脱落的狗毛，到时候能捡个几百根就爽了。如果真有这个机会，记得喊上我，我们去把它的狗窝都给带回来。你咬我做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你受伤了，
去我家吧，我给你上药。不知道会不会得狂犬病？怕什么？我也被咬过，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这条大黑狗的牙齿比我们都干净，不会有事的。这次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卖我的这条内裤，我这次怕是得战死在这了。没事，以后有好东西，我还是会第一个想到雷队长的。苏雨，走吧，我带你去上药。这条狗真不是好东西。我也觉得它不是个好东西，当时连我也咬过，要不是看在林队长的份上，我早就宰了它了。好了，都别说了，林子的这条大黑狗没事别去招惹它，很不简单，来头怕是大得惊人。对了，这次的丧尸还有多少幸存？初步估计数量起码过百，普通的丧尸倒是不怕，比较好对付，但是有三头丧尸王逃走了，目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调取全市的监控，一定要找到他们。他到床上。林姐，这不好吧，你把药给我，我自己来。快点，磨磨唧唧的，一点不爷们。嗯，冰冰凉凉的，还挺舒服。这是我使用了一张藏宝图挖出来的膏药，治疗外伤，神乎其神。一般我都不给人用，这次也就是念在你被我的狗给咬了，这才给你用一点。这么神？当然这么神了，我数次重伤都是他救了我。好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不用担心你的屁股，他已经没事了。好，谢谢林姐。嘎了那么多的丧坤，就给我这么点藏宝图，这也太抠了吧。你突然咬苏雨，有发现什么吗？你看出来了。哼，说说吧，你到底是发现了什么？苏雨是不是有问题？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苏雨的血也是正常的。那你咬他做什么？白白的浪费了我的神药，我这神药的价值你又不是不知道。听到他要搬走我的狗窝，我咬他一口怎么了？有问题吗？你不是说你不是哮天犬吗？我有说过吗？那你的意思是你真的是哮天犬了？你觉得是那就是吧。你这条狗真是好奇怪，有时候说自己是哮天犬，有时候又说自己不是，现在连我都搞不懂你到底是不是了。林姐的药是真的厉害。我现在才战士二阶，我什么时候才能挖出好东西然后成为战马？没有足够的实力，连一条狗都打不过，是真的悲哀。好家伙，你还敢来。苏雨早啊，他只是一条狗，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对了，他似乎很喜欢你，一直想要待在你的屋子里，你应该不介意吧？我其实很介意。没事，正好怕有小偷进来，有条狗给我看门，其实也是好事。你来上班其实也没事，去好好看书吧，等会儿若是有守夜人外出办事，你跟着去学习一下。苏雨直接进入图书馆，找到了战士九阶，从入门到精通，躲在角落里看了起来。看了一眼摄像头，发现并不能十分直观地看到自己正在观看的内容，苏雨放心了，拿出手机直接看起了监控。是我眼花了吗？这狗是真的成精了，输电脑密码比我还流畅。在线的啊，挺着急的，一条大黑狗怎么做才好吃？终于下班了，那么多藏宝图等着我去挖呢，拜拜了您呢。这里封印着一坨粪便，它能够促进灵芝生长。哦对了，它胖臭。粪便这玩意能干啥？还能促进灵芝生长？我上网查一下。有人使用了藏宝图挖出了一坨粪便，卖了800多万。血赚啊，挖必须挖，现在就挖。这么大我怎么带走？嗯，臭，好臭，简直胖臭。奇怪，我的螺蛳粉应该没这么臭吧，这么臭一定很好吃。发生了什么？好浓的味道。雷刚、张天，你们谁放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注意点个人素质。我可没有啊，更不会是我。不会有人挖出了某种生灵的粪便吧？记得半年前有人挖出了一坨粪便，当时整个城市足足臭了一个多月，这种事情不会落在咱们天河市吧？怎么可能，根据已有的记载，三年来全球也就只有那么一个人挖出了一坨胖臭的粪便，应该不至于。我接个电话。奇怪，苏雨打电话给我做什么？林姐，你在哪？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刚使用了藏宝图挖出了一坨屎，而且它还很大，能不能开个车给我拖走？它是不是胖臭？咦，你怎么知道？地址发过来，我立马过来。林姐，你可算是来了，再不来我就……这也是你挖的？是的。真不知道你是运气好呢还是不好。真空包装，千万不要让臭气泄露了。苏雨，这东西应该对你没用吧？拿回去让我种韭菜吃吗？没用。那行，这东西分部会帮你处理，你等消息就是了。别人挖出来卖800多万，我这卖100多万应该没问题吧？这里封印着一株灵植，它的灵果刚好成熟了，偷了它你可以变得更强，但是它的灵果旁香可飘百里，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危险。挖不挖
不必要的危险是什么？这里是天河市，怕个毛啊！挖了，好香啊！虽然我不知道这灵果叫什么，但是吃就完事儿了。灵果甘甜。突然，素玉看到了自己体内存在的九条枷锁，现如今其中两条枷锁已经崩断，但还有七条枷锁禁锢着自己的基因。突然一道洪流涌入体内，眨眼间便有断裂了一条枷锁。素玉感受到自己得到了基因进化，原本是战士二阶，而现在已然是战士三阶了。这是有怪兽正在向天河市赶来，不会是这玩意儿引来的吧？幸好我已经将这灵植接出来的灵果给吃了。林姐，我要稍微晚点到。你怎么了？我刚挖出了一枚灵果，吞了下去，现在已经是战士三阶，正准备冲刺一下，或许就是战士四阶了。那你先不要来了，提升自己的实力再说。还有，林姐，正在向天河市赶来的怪兽，可能是被我挖出来的东西吸引来的。尼玛，你在哪？我马上把坐标发给你。你居然挖出了这东西，难怪会有怪兽突然暴动，所以眼下也只能舍弃掉它了。你愿意吗？我能说不吗？不能。赶来的怪兽有多强？战王之上，天河市无人可挡。我这灵植能卖多少钱？根据记载，起码三千万。三千万，一张藏宝图20万，三千万都能买150张藏宝图了。咱们就没有战王之上的强者吗？说实话，我很不甘心，那可是150张藏宝图啊。有，但是短时间内他们来不了，技不如人，有时候就得低头。守夜人也是如此。要不动用盗兵碎片，一棒子全部嘎掉这次的兽潮。可那样一来，自己就没有任何底牌了，这可不好啊！自己的藏点底牌，万一遇到危险了，还能保命。正在苏雨万般无奈之时，突然咔嚓一声，苏雨不由一喜，短短分分钟的时间，体内的第四条枷锁崩断了。四阶战士了，四阶战士了，可惜了，我挖开的时候，这灵植上就接了一个灵果，若是两个的话，我现在起码战士五阶了。你就偷着乐吧，还贪心？这三年来，全球有多少人在挖藏宝图？也有人挖出来灵植，结果都没有果子，也就只有你运气稍微好点，还想要两个。战王之上到底是怎样一个情景？够了，灵果就一个，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我的人吃了，你们就是守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就此退去，免得引来我大夏强者，叫着等镇压。那头大猩猩是林子挖出来的，旁边那头遮天大鸟也是林子挖出来的。还有这种事？我感受到灵果消失了，那么把灵植给我也行。灵植是我的，早知道你们会要灵植，所以我已经把它带来了，但是灵植只有一株，没办法给你们分。我会让我们部长李潇将灵植送到无人区，然后你们自己去争去抢，但是有一点，不得伤害我大夏子民，否则战。二位，你们等等再打，我先把灵植给你们送到无人区。好了，相信你们也感觉到了，灵植已经被我送到无人区了，你们自己去抢吧，路不远送。这东西好歹也要3000万，可不能让他们白白拿走了。来吧，我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了。既如此，那我就来了。裂地开始，战绩天斩就不必尝试了，我已经看到了，你先去看书吧。真的是个人才啊，天生为战斗而生的人才。新人培训什么时候开始？你问这个做什么？还得3-5天吧，具体的日子还得等上面通知。培训地点确定了没？目前还没有确定，但应该和去年一样。部长，我建议你动用你的一切关系，将今年培训地点定在咱们天河市吧，正好咱们分部的守夜人还有一些在镇守一些洞天，到时候看能不能灭掉一两个洞天，为咱们减轻一下压力。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因为苏雨吗？不错，苏雨只是看了几天的战士九阶，从入门到精通就学会了三门战技，分别是裂地、开山、天斩。学会了三门吗？那么他这三门战技掌握到了什么境界？初窥、入门还是小成？你也太看不起我的人了。那是圆满。你猜？圆满都不是，那难不成是超凡入圣？以苏雨的资质，或许今天或许明天，哪怕就是再差一个月入超凡入圣之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这是真正的天生为战斗而生啊。林子，将视频发我邮箱，我现在要离开天河市去找一下上面，今年的新人培训地点必须定在天河市，若是前往别的城市，苏雨的安全保证不了，天河市还算安全，可出了天河市那就不一定了。忍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去挖藏宝图了。全都安静，实力强了就是不一样，但还不够强。这里封印着一条神恶，他身坚如金刚，可飞天遁地，能十分轻易地洞穿血肉之躯，非你可敌。
运气也太背了点。这要是挖出来，我还不是死翘翘。我能看到提示，我再等等，等我变强了再过来看看。神鳄啊，拿来炖了肯定大补。罢了罢了，继续下一个。这里封印着一方山河印，若是能够将其炼化，可执掌人间一方山河，但你的实力太弱，炼化不成，很容易反阵而亡。山河印可执掌人间一方山河，这么好的宝贝竟然很容易被反阵而亡，这张藏宝图也不能挖。这里封印着一口古棺，里面葬着一位无上存在，一旦开启福祸难料。一旦开启福祸难料吗？如此倒是不能开了。现在我有的是藏宝图，我就不信我还挖不出好东西了。这里封印着一位古老强者的一滴精血，无尽的岁月中，精血中的力量消散 99.9999999999， 仅剩千亿分之一的力量，正好适合现在的你进行基因进化。终于挖到宝贝了。亿万仙人为兵，百万大罗为将。刚才的这一幕到底是幻觉还是梦？我现在这是战士六阶的修为了。精血的力量溢散了大半，都碎裂了两条枷锁。如果那会儿我速度快一点，我岂不是今日入战王？亿万仙人为兵，百万大罗为将。仙人是我理解的那个仙人吗？大罗是什么意思？大罗金仙吗？等晚上回去了，我上网查查，说不定网上能查到点什么。这里封印着观音三十三化身之一白衣观音的白衣碎片，它上面残留有白衣观音的一丝倒运，于你而言它没有任何的危险。这是又挖到宝贝了吗？观音三十三化身之一的白衣观音，这是有人挖出了白衣观音，还是挖出了蕴含其倒运的宝物？不管是哪个，我天和氏都将会多出一位强者。我们立马去查看看到底是谁挖出来的，如果是一些心怀不轨之人挖到了，那可就是大麻烦了。好，我们立马行动。可惜部长不在，要不然部长第一时间就能发现。真是可惜了，部长现在不在，要不然将挖出宝物的人请来守夜人分部，说不定又能多一位同僚。看来只能明天再继续挖藏宝图了，加入了守夜人时间是真的不够用，天天都得去上班，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嘎了那么多的丧坤，消耗了一根哮天犬自然脱落的狗毛，少说也得给我几十张藏宝图，部长怎么还不给我？部长不会给我贪了吧？这要是被贪了，打又打不过，还没有发言的渠道怎么办？我还没吃呢，等会儿林姐回来了，让林姐做饭给你吃。一座洞天中，一面古碑颤动，好似要破空远去，数道身影联袂而来，强行将古碑镇压，渐渐的古碑不再颤动，众人这才放开。发生了什么？七杀碑为何突然震动？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定是他感应到了什么。这么说，外面有人挖出和七杀碑有关的东西了，我们不如安排人去打探打探，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若是发现了和七杀碑有关系的东西，便就嘎了那人，将东西带回来，咱们一起研究研究。牧师降临，我们定要做大做强，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真的喜欢你，早上醒来就在这里等你了。好狗狗，进去吧。林姐，我们走吧。昨晚白衣观音的意象是你搞出来的吧？林姐，你连这都知道了？守夜人都这么厉害的吗？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全面普及，有人用手机拍到了你，白衣观音的意象就是从你那里映射出来的。不过你放心，昨晚我就下令全网删除了所有关于白衣观音的视频，至于拍摄视频的人，给了他一笔钱，也让他签了保密协议，所以理论上不会有人知道你的事情的。谢谢林姐。你挖出了什么？如果觉得隐私你可以不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块染血的白衣碎片。染血的白衣碎片。白衣观音是观音的三十三化身之一，法力无边，神通广大，谁能让他染血？林姐对白衣观音比较了解吗？了解一点吧。林姐，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吧，我都说了，结果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其实我了解的也不多，我只知道守夜人内部有人曾挖出了一截断臂，其上有白衣，据说就是白衣观音的，但真假我不太清楚，部长可能知道，但是他未必说。竟然还有这事。我还听说那疑似白衣观音的一截断臂乃是我大夏的底蕴之一，只是三年来我从来没有见人动用过那一截断臂，或者说可能动用过，但是消息封锁得很好。里封印着一个老太婆，她已经到了能坐地吸土的年纪，如果将她解救出来，你将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你妹啊，玩不起是吧？我不玩了，拜拜了您呐。林姐，还知道些什么新闻里没有的消息，能跟我说说吗？那可就多了，你想知道什么？和神话传说有关的。嗯，咱们天河市可能有人挖出了齐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也可能只是碎片。那日巨龙肆虐，咱们守夜人分部闲着的强者基本上都出动了，
都难以拿下巨龙。就在关键时刻，有人打出了一棒，是我亲眼所见。可惜，至今为止，我们都没能找到这里。不会是我挖出的那一块盗兵碎片吧？这个我听说了，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曾有人挖出了人参果，吃了以后直接从普通人一跃成为了战王之上的存在。那人现在是我们守夜人的中流砥柱。人参果，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差不多10000年才能吃上人参果。亿万仙人为兵，百万大罗为将，杀杀杀！七杀杯，那个杀神不会被苏雨给挖出来了吧？不对，若是真挖出来了，岂会没有天地异象？要不我去找苏雨问问？不行，若是现在去找他，莫不是暴露我的身份，莫名归来，连我自己都没有搞明白。现在实力又弱，没所发育才对。而且在苏雨身上，我闻到了祖星的气息。这条狗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会开电脑也就算了，居然还会查看我的电脑浏览记录。苏雨，立马来找我。你就是苏雨？我就是苏雨。这位是来自东邑区的刘老。刘老好。苏雨，你挖出了十分特殊的粪便，刘老便是为此而来。刘老觉得你运气不错，所以想要见见你。苏雨啊，你挖出来的粪便我要了，200万，意下如何？那就按刘老说的办。这孩子真懂事，以后要是再挖出这东西，记得联系我，我常年收这东西。对了，如果挖出了灵植也可以联系我，我常年收购。啊，我挖出了一株灵植，被大仙仙王给抢走了。这件事我听说了，奈何老夫实力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干过那只狒狒。不过你也不用着急，那只狒狒抢去了一时半会也结不出果子，有的是时间。刘老说的是。那行，我就先走了，等会儿钱就给你打过来。战王之上。刘老德高望重，守夜人东邑区的强者，刘老很看重你，以后见到刘老一定要恭敬些。苏雨，你这小子运气真不错，考虑一下要不要来我麾下。那老头都走了你还不走？林队长别看我，我可不敢挖你的墙角，放心吧。这价格你可还满意？一坨屎能卖200万，从古资金也就只有我了，自然是无比的满意。这还得多亏了林姐你啊。终于午休了，今日继续挖藏宝图。这里封印着一双绣花鞋，它上面残留有怨恨，可千万千万不要将它释放出来。看来这张藏宝图又不能卖了啊！又是20万啊，20万又没了，我真是太伟大了。为了天和氏，为了大夏，为了人族，我只能将这张藏宝图放置高阁，直至某日我能看到所有提示的变化。哎，现在的我强大到只能自我安慰了吗？这里栖息着一头翼龙，它的身下是一座沉睡了10万年的火山，一旦你释放出它，火山便会喷发，方圆3000里将会一片赤土。你这有意义吗？又一个20万没了，下一个。这里封印着百万头恶鬼，他们憎恨人类，憎恨一切活着的生命，他们所过之处必定生灵涂炭。百万恶灵，这是什么概念？幸好这一路以来我能看到提示，要不然都淹了多少次了。这里有一枚仙人种下的地瓜，吃了它你会变成钢铁直男，但它也可以让你变得更强。终于能挖到好东西了，虽然是地瓜，但也是仙人种下的，效果必然非凡，今日必定能升到战王之上。大猩猩，我很快就要来找你了。入口甘美香甜，回味无穷。苏雨内是体内9条枷锁，现如今已经锻炼了6条，而现在地瓜中所蕴含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在他的操控下向着第7条枷锁蛮横地撞了过去。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出，第7条枷锁就这样裂开了。这就没了？这不是仙人种下的地瓜吗？然后就这，这什么狗屁仙人种的地瓜品质也太差了吧。不过还算将个烂旧，起码我现在是战士7阶了。妈呀，又快到上班的时间了，现在是没办法去挖了，只好等下午下班了再去。现在战士7阶了，距离战王其实也不远了，努力一下，1-2天的事情。苏雨，救命啊，你快来救我。怎么了？我使用藏宝图挖出了十分可怕的东西，他正在追我。快来救我。把你的位置发过来吧，危险度不是太大，这样吧，我亲自跟你走一趟吧。好，谢谢林姐。所有人全部退走，多远跑多远，不要围观。那个小姑娘，你还不跑？孽畜，住口。林队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来了就没事了，你能对付吗？我感觉到你的实力好像变强了许多。试试吧，给我一把刀。裂地开山。
你的战绩已经到了超凡入圣之境了，还有你的修为已经是战士七阶了。侥幸侥幸。哇，苏雨，好久不见，你变得好厉害啊，哪像他们两个废物，连一个怪物都对付不了，就这还有脸当。你应该庆幸现在末世还没有降临，大夏还有法度，要不然我一刀劈了你。他们的实力是弱了一点，可若是没有他们，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给他们道歉？立刻马上。苏雨，要不算了吧，她还是个小姑娘，当众给人道歉多尴尬。道歉？我凭什么给他们道歉？保护我们是守夜人的天职，家人们谁懂啊，刚刚遇到了几个下头守夜人。果然，你果然还是这样。这是赔你的手机钱，回去买个好手机。另外你最好天天祈祷不要让末世降临，不然你连一天都活不了。我们走吧。苏雨，我是你的青梅竹马，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你这次闯大祸了，麻烦很大，若是有人投诉你，上面肯定要给投诉人一个交代的。怎么交代？总不至于嘎了我吧，无非就是我不干了，还能把我怎样？你倒是豁得出去，可若是不做守夜人，那你想做什么？这个我还没有想好。队长，你得看看这个。你看看吧，是关于你的。集美们谁懂啊，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今天竟然要先斩我这个意中人，无语死了。渣男为了当上守夜人，竟然让我给守夜人下跪。以后不要给我看了，要不然我真怕忍不住一刀劈了。通知这些平台，让他们删除所有相关视频和文案，若是再有人发，直接封号封 IP， 若是这样还处理不了，那就通知相关部门，直接将发帖人逮捕归案。是，当时我没有拦你，一是想看看你的反应和做法，二是想给你长长经验和教训，下次记得不要太冲动了，这世上不是谁都愿意讲道理的，有时候咱们很憋屈，但是得忍着。忍？忍个屁，一次两次还勉强可以，三次四次还不如嘎了他。战士八阶了，这么简单吗？不知道等会儿能挖到什么。我已经是战士八阶了，努力一把，今晚我要成为战王。胖子，你怎么在这里？胖子，先不要我。苏雨，你怎么在这里？你做什么？苏雨，你拽我做什么？你自己看。这是什么？这是天地间的一种异火，名为玄黄炎，触之必死。原来你是想要救我，我还以为你要抢我挖的东西呢。方才如果不是你拽着我离开，我现在怕是都变成烤乳猪了。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背？挖出了一本功法秘籍，差点让自己断子绝孙。今天我终于鼓起运气，又跑来挖藏宝图，结果挖出了什么可怕的异火。好哥们，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我身上还带了一张藏宝图，送你了，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本以为有了功法可以进阶，谁曾想差点让全村开席。我是不是闯大祸了？不怕，等我摇人。苏雨发出了紧急求救，我先走一步。苏雨，发生了什么？这表还能通话吗？林姐，有人挖出了一伙，目前这一伙正在扩张，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不用太担心，你立马疏散附近的人群，不要让任何人靠近，然后自己小心一点，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过来。雷刚，我的人速度太慢了，权限也不够，你去拿一个二代九龙万火罩，立马赶过来。发生了什么？有人挖出了一伙，需要九龙万火罩将其收走。好，我马上就去拿。咱们还得继续退，这一伙玄黄炎还在蔓延，再这样下去我都怀疑整个天河市都得烧起来。苏雨，火越来越大了，我这次是不是玩完了？我会不会被抓起来踩缝纫机？不用怕，等会儿守夜人自然会处理的。还真是一伙，这东西如果能够收服，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只是这一伙为何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我来了。突然间一道晴天霹雳划过，下一瞬间雷刚举着一个锤子闪电降临，左手伸出掌心有个罩子浮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大，然后出现在了滔天火焰的上空。区区一伙，守夜人早就开发出了专门应对的神兵，这是二代九龙万火罩，根据神话传说中的九龙神火罩打造出来的，应对区区一伙不在话下。糟糕，赶紧后退。当雷刚话还没说完时，二代九龙万火罩他炸裂了，林子雷刚同时扑向了苏雨和胖子，雷刚提着胖子，林子提着苏雨逃离了危险区域。完了，我闯大祸了。林姐，雷队长，现在这一伙范围扩张了，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记得咱们好像没有三代九龙万火罩吧。三代成本太高，
上面又不肯拨款，目前咱们还没有配备，要不咱们向上级汇报吧。先等等，你觉得郑队长能对付吗？可郑队长一直镇守洞天，脱不开身怕是来不了。你怎么脑袋不灵光？你和张队长去替换郑队长不就好了？你说的没错，你们等我，我现在就去摇人。林姐，那位郑队长能解决掉这一伙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整个天河市，如果连他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向上面汇报了。这一伙是你挖出来的？是的。我没记错的话，你就是自宫短了两寸的那个死胖子吧？嗯。幸好你求救了，要不然任凭这东西烧上一晚上，怕是能烧到市区里，到那个时候才叫危险。如果他能一直扩张下去的话，那么不出十个小时就能扩张30多公里。你盯着点，我去给部长打个电话。都怪我，如果不是我那么贪心，就不会挖出这么个玩意儿来。部长正在赶来的路上，郑队长来了。砰的一声，一道身影稳稳地坠落在众人面前。郑队长，你终于来了。先放进去，回头再叙旧。我先进去了，你们距离远一点，我怕伤到你们。郑队长一边说着，一边就冲向了火海之中，和里面的海啸殊死搏斗。砰的一声，郑队长倒飞了出来。他太强了，我降服不了，我觉得还是向上面汇报吧。对了，向上面请求支援的时候，记得告诉他们这是天地一火玄黄炎，品级为3级。忽然虚空之间出现一道裂缝，随着裂缝的出现，部长李潇从里面踏空而出。郑队长已经向我说明了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一火就是一火，哪怕只是三级都恐怖如斯。林子，召集所有天河市的守夜人，准备车辆全部安全撤离百姓。部长，我们要放弃天河市吗？目前玄黄炎速度太快，别说72小时了，就是7个小时我们也撑不过去，所以只能撤离。林子服从命令。是。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我们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现在需要紧急撤离，还请市民们在30分钟内带好贵重物品，到附近的应急场所集合，等待撤离。部长，林姐，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嗯，你去做什么？我去挖藏宝图，看能不能挖出点宝贝来。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得想办法自救。胡闹，你现在要是去挖藏宝图，要是挖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危险，岂不是整个天河市雪上加霜？我相信我的运气，我觉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挖出来的。简直胡闹。我也相信你的运气，既如此，我送你一样东西。这是改装过的摩托车，它最高时速可以跑到500公里，借你用一天，到时候记得还我，平日里我都舍不得用它，你可要惜着点。由于时间紧迫，那我就先走了，各位等我好消息。林队长，你这……林队长，你不是说时速500公里吗？你这零百加速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死马当活马医吧。部长，我们回分部准备撤离吧。对了，这死胖子你带着吧。另一边，苏雨骑着一辆摩托车飞快地在公路上疾驰，突然停了下来。苏雨下车后拿着一张藏宝图走走停停，很快在一片玉米地停了下来，然后凝神望去。这里是一片树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泥土中葬着无尽的骸骨，林间有毒虫猛兽出没，你确定要进入这里吗？这里绝对是一片禁地，哪怕我现在已经是战士八阶了，也不敢踏入。下一个。这里有一座孤岛，凡是登上孤岛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有传闻岛上栖息着无尽的龙兽。这世上但凡是和龙字沾边的，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这里同样是一座禁地，甚至可能比之前的树林还要危险，为什么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自古以来，村长罪恶，他们欺上瞒下，压迫村民，有大能者心生不满，杀百万村长，炼制成了一杆魂幡，封禁在此地，所以千万不要打开，不然天地间将会化作人间炼狱。还有这种事情啊？而且这得有多大的仇才这么做，嘎百万村长。不过仔细想想，很多村长好像还真不是个东西，这和解决玄黄炎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下一个。也不知道苏雨能不能挖出好东西来，要是挖出一些危险，那才是真的麻烦。我相信苏雨，还是先转移吧。昔年有强者杀敌3000万，留魔枪一杆，封印于此，以你现在的修为无法将其收服。这一杆魔枪绝对强大无边，但是无法将其收服，也无法解决眼前的危险。昔年有强者在嘉陵江垂钓，恰逢赤地千里，嘉陵江干，便前往雨水充沛之地，点化一朵乌云。它是一朵有想法的乌云，它在的地方不允许有任何的干旱和火灾，它与你没有任何的危险，但它也不为你所用。乌云吗？这意味着可以下雨。有想法不重要，只要它能灭火那就行了。这一次的空间十分巨大，好似是一个世界。一朵乌云遮天蔽日，整个天色都是黑的，大雨倾盆而下，地面上全都是水。
随着空间浮现，好像惊动了它，大雨全都悬浮在空中，不再掉落。下一瞬，地面上的水纷纷倒卷而上，涌入乌云之中。乌云冲了出来，刹那间便就覆盖整个天河市。一道惊雷划过夜空，倾盆大雨忽然从天而降，玄黄岩震怒，火焰冲霄而上，可很快就被无尽的雨水浇灌了下来。你挖出来的？这雨是真的大。无数人上了车，车子启动，向着远处开去。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乘车到了百里之外。这是解决了吗？解决了，苏雨的运气是真的不错，竟然挖出了一朵乌云，乌云中雨水充沛，且不是普通的雨水，能够浇灭天地一火玄黄岩。覆盖了数十米范围的玄黄岩猛地收缩，化作一道火种，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冲入到了苏雨的体内。刹那间，苏雨化作火人。苏雨，你不要怕，我一定会救你的。好痛啊！玄黄岩，你过分了，你烧我衣服做什么？这里还有人呢，光天化日之下，我可不想被人占了便宜。我活完犊子了，我不会就这么挂了吧？我这是要死了吗？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吗？忽然，观音的三十三化身之一的白衣观音浮现，他静静地望着苏雨，嘴唇微动，似乎是在说着什么。好舒服。苏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没事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滋润我的身体。林姐，你给我上了什么药？我什么都没给你上，玄黄岩钻入你的体内，不知为何自己熄灭了。你们谁带了多余的衣服？给苏雨一套。苏雨，便宜你了，这是我刚买的，还没来及穿呢。苏雨，你内试一下体内，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苏雨，你赶紧看看，那玄黄岩明显是想弄死你。你收服了玄黄岩？和我猜测的一样，遇上这种天地异火，没有被烧死的唯一可能就是收服了对方。18岁啊，竟然收服了三级异火玄黄岩。行了，没事就好，这次也是因祸得福。你们先回去，我去找我的摩托车。这乌云不会一直下下去吧？它是你挖出来的，你了解些什么吗？我只知道它是一位垂钓的强者点化出来的，而且它拥有自己的想法，在它所在的地方不允许有任何的干旱和火灾，我知道的也就这点。对了，它可能和嘉陵江有些关系，因为那位强者当时垂钓的地方就是在嘉陵江。知道了，我回头去查查。我被玄黄岩烧了那么久，竟然一点事都没有，我以为我都熟了呢。看起来和先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啊。睡了睡了。在他睡着后，染血的白衣碎片悄然飞出，化作白衣观音。他左手持玉净瓶，静静地望着他。夜幕下，白衣观音走出，行走在夜色间，望着下方的人们，眼中有些茫然，又好似有些欣慰。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这才从外面归来，重新化作了染血的白衣碎片，悄然钻入了苏雨的体内。苏雨睁眼，正要揉揉双眼，忽然感觉到左手掌心好像有些沉。咦，难怪昨晚做梦，梦见我得到了好多藏宝图，20张藏宝图比解决那些丧尸还要多很多，这是上天奖励给我的，守夜人还要给我奖励呢，不知道能给我多少。罢了，再等等吧，我再等一天，部长要是还不给我，我就去找林姐问问。林姐，早。早。昨晚你没事吧？我吗？我没事，就是早上起来喉咙有点干，可能上火了吧。到了守夜人分部，林子去开会了，苏雨直接前往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领悟。这就战士九阶了，现在我战士九阶了，下一步那就是战王了。这里封印着一个姓王的糟老头子，把他释放出来，请看好你的老婆孩子，真是无辜的。有毛病吧，我把老婆本都拿去买藏宝图了，哪里来的糟老头子还姓王。咦，我这是已经达到了战王境界了。忽然苏雨轻咦一声，他看到除了刚刚凝聚出来的战子神纹以外，还有染血的白衣碎片、狗头铡以及疑似如意金箍棒的道兵碎片，竟然都在这里。在这之前我也知道这些东西都存在我的体内，可具体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苏雨看到不管是染血的白衣碎片、狗头铡亦或者是疑似如意金箍棒的道兵碎片，都和他的战子神纹产生了某种亲密的联系，如果再次使用他们的话，可以发挥出比以前还要恐怖的力量。我还是战士的时候使用狗头铡连丧坤王都能斩杀，现在区区三坤王若是出现在我面前，弹指间定叫他们灰飞烟灭。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能凝聚出多少个神纹，这个我得去问问林姐。苏雨，你呢？我感觉到你的气息好像有些波动，你这是成为了战王了？嗯，真的？这才过去多久，应该一早上都没有吧，你竟然从战士九阶进化到战王了，那你凝聚出什么神纹了？一个战字。果然还是凝聚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神纹，除了战字还有别的神纹吗？没有了，
难道书中还有别的神文？有，我给你的书中一共有三个神文。一个人能领悟多少个神文？你想领悟多少个都可以，不过一般每个人也就主修三五个神文，余下的都是放养的，甚至有些人凝聚出了不需要的神文，直接将其破碎掉，化作能量壮大别的神文。那林杰，你修了多少个神文？我还将就凑合，也就十来个神文吧。不过目前主修的神文也就两个，第一个和你一样是个战字，第二个是一个枪字。所以林杰，你擅长枪法？不错，一般来说一个人擅长什么就更容易凝聚出相应的神文，比如雷刚队长就凝聚出一个锤字，张天队长凝聚出一个刀字，还有郑队长你见过了，他凝聚的就是火字神文。咱们部长李潇和我一样也凝聚出一个枪字，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晚上来找我，姐教你新的姿势。好，谢谢林姐，那我就先去看书了。素雨有些迫不及待，甚至连藏宝图都暂时不想去挖了，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看起了战王九阶从入门到精通。原来我那时看到的空间叫做内天地，不管是枷锁还是神文又或者是宝物，都是储存在内天地中的。那么什么是内天地？内天地对应外天地，整个人体就是一个宇宙。忽然刺耳的警报声将苏雨从不可自拔的状态中惊醒。林姐，发生了什么？全市上百个地方请求支援，有人挖出了恐怖的危险，需要我们的支援。同一时间？同一时间，能同时有上百个地方请求支援，要么运气极佳，要么就是有人在搞事情，但我更倾向于有人搞事情，要不然运气也太差了吧。苏雨，你现在是守夜人了，而且还是一位战王，又身怀狗头铡，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我需要你前往支援点，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等苏雨开口，林子就直接离开了守夜人分部。谁挖出了这么个玩意儿？面对如此恐怖的怪物，苏雨正要出手，却看见李潇部长已经飞出和那头怪物打了起来。这里我来对付，你们去支援别处。是我猛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变异的鲨鱼上了陆地能活蹦乱跳也就算了，还特么长了几条腿。苏雨来到全是火焰的城市高楼，突然天空乌云密布，有思想的乌云出现在了城市上空，大雾熄灭了。谢谢你了，守夜人苏雨前来支援。你让开，我来对付他们。我想起来了，你是新加入进来的那个苏雨吧？你疯了吗？你才战士二阶，跑这里来做什么？不要墨迹，赶紧离开，这里有我就行了。我还以为来了个高手，结果来了个小次郎。夜敌开杀。你这是战士二阶？战士二阶，我早已不是了。好厉害。好了，我要去支援附近的球员了，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无数年了，我终于被释放出来了，今日当十连三百成绩。来人呐，狗头铡伺候。斩。赶紧跑，有人挖出了一个湖，后面发大水了。正在苏雨一筹莫展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那朵有想法的乌云，直接将大水吸收了进去。嗯，你还真是一朵有想法的乌云。你要干什么？你确定我那空间里能装下一滩湖水？你跑我追，我追你跑的敬意。苏雨还是没有跑过乌云的追扑，直接进入了苏雨的体内。那空间里一片乌云浮现飘荡在空中，雨水倾盆下，追着玄黄岩一语将它浇灭。你到底要干什么？在我体内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忽然染血的白衣碎片化作白衣观音，此时乌云微微一颤，意识到了危险，便要逃离苏雨的内天地。观音出手了，玉净瓶倒下，恐怖的吸力传出，乌云挣扎了几下无力反抗后便吸进了玉净瓶中，观音消失变换为白衣碎片，乌云逃出。这年头观音都不这么靠谱了。停下收。顿时那天地中地面上的雨水扶摇直上，全部都被乌云所吸收。这还是个有思想的乌云吗？这感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听话又乖巧，难道这是观音所致？幸好我也不简单，有诸多宝贝护身。咦，大水怎么没有了？赶紧带他们前往安全地带。你也跟我一起走吧，你还是个孩子。我也是守夜人啊。这么年轻的守夜人，难不成是刚进来的苏雨？大家都跟紧了，不要脱离队伍，还有都不要再挖藏宝图了，别再跟组织上添麻烦。必须让部长他们腾出手来，才能解决这次的危机。林姐交给我，我来解决他。来人呐，狗头铡伺候。斩。
雷队长，退下，放开那个怪兽，让我来。来人呐，狗头铡伺候。炸弹。苏鱼，这次真谢谢你了。雷队长太客气了，咱们都是守夜人，以后记得多在我这里买藏宝图啊。苏鱼话还没说完，突然天空巨变，苍穹裂开，一只遮天巨手伸了出来，在其掌心中握着一张高级藏宝图，直接就使用了。下一瞬，一头超越战王级存在的怪物出现在了天空。战王之上的怪物，这是有大能使用了高级藏宝图释放出来的。什么？战王之上的存在，有人释放出了战王之上的怪物，这还怎么打？好大的胆子，何人敢在天河市捣乱？阁下就不怕被上面查出来后，嘎你全族人头滚滚吗？突然，遮天巨手再次伸了出来，其掌心又握着一张藏宝图，藏宝图落下，被其使用，一座火山呈现了出来。真当我守夜人是摆设吗？东一虚白将军，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进入洞天了吗？哟，消息还是挺灵通啊。这么说，我守夜人内部有你们的眼线，等我回头好好查查，若是你们的人，我就嘎嘎乱杀，头颅给你们送回去。对了，还有你，既然来了就留下吧，等我把你处理完了，还要去嘎你族人。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来的只是神文化身。我来的神文化身，你不也一样来的只是神文化身？留你还不简单。东一区白将军是谁？白将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是被人挖出来的。说起白将军，或许你不知道，但若是武安君，你应该知道了吧。武安君，白起。忽然苏雨内心一动，乌云立马从苏雨的内空间里冲了出来，扶摇直上，出现在了天穹之上。一道惊雷炸响，无尽的雨水倾盆而下，火山口下的火焰就这样熄灭了。苏雨，别站着了，赶紧行动起来。另一边，郑队长正在洞天之中和无数的敌人互相僵持着。这样下去恐怕不行，要不然动用这盗兵碎片，可那样的话我的底牌可不就曝光了。先不管了，用了再说。糟糕，不好。还真是邪教的杂碎，来的只是一道神文化身，这让我怎么确认真正的身份？天河市果然卧虎藏龙，不知道是谁挖出了如意金箍棒，连战皇都能一棒子敲死。果然，我哪怕现在是战王了，可依旧只能催动一次如意金箍棒的碎片，真是一秒真男人啊。苏雨，要不是你挖出哮天犬掉落的狗毛，我们的族人哪会全军覆没？看到三头三坤王，苏雨一点也不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将共享单车举起，直接就砸了过去，趁着这个时间立马转身就跑。但是不管苏雨如何逃跑，三头三坤王都不紧不慢地跟在苏雨的身后。你们好大的胆子，不怕我守夜人强者赶来将尔等击杀吗？搞笑，天河是大乱，守夜人自顾不暇，哪还有时间来救你？你就等死吧，杀我们那么多的族人，今日你得偿命。他们身着正常人的衣服，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丧坤，而且还拥有战王实力，隐藏在天河市那就是定时炸弹。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全都去死吧。那天地中战子神门震荡，恐怖的力量流淌而出。你怎么还有力量？傻了吧，刚才只是附近人多，我怕伤到他们罢了。你们真以为我怕你们？我早就猜测可能是你们在搞事情了，哪怕不是你们搞事情，你们怕是也会在这个时候赶来杀我的，我岂能没有任何的防备？天地震荡，白衣观音浮现，他左手持意镜瓶，右手坐雨愿印。他抬起右手，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头，轻轻的一按，三头三坤王面色巨变，便觉得全身宛如陷入了泥潭之中，难以动弹。太惨了。这时白衣观音转过身来，慈祥地看了苏雨一眼，嘴唇微动，可却什么声音都没有传出来。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莫非是认识我？我就是一介凡人罢了，哪里认识白衣观音？有人偷袭白将军，而且还是战王之上的存在。白将军豁然转头，抬手直接抓住了射来的利剑，一拳轰出，轰出一片虚空。白将军果然厉害，这都不死，而且还有力量将我逼出来。不过今日灭了你这道神文化身，你要损失多少力量？那你试试看能不能灭了我这道神文化身。竟然又来了一位战王之上的存在，今日天河市难道躲不过这场劫难吗？不行，我要去挖藏宝图，想要保住天河市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东一区来支援的就只有一个白将军，而且来的还只是神文化身，若是还有人来支援，不会看着天河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又找了一个单车，素雨骑上后飞快地赶往目的地。昔年有一位爱吃兽奶的小屁孩在这里藏了一罐兽奶，喝了它你的力量可以全部恢复。
收奶吗？好香！苏雨扬起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兽奶中蕴含了一种狂暴的力量，涌入内天地中，融入到了战子神纹中。我恢复了，我现在还可以战。天河市的怪物太多了，哪怕是多我一个人也杀不过来。我还是得继续挖藏宝图，只有藏宝图才能解决今日危机。突然，剧烈的震荡，一片巨大的空间浮现，一头古龙飞出。疯了疯了，谁他妈又挖出来一条古龙？苏雨，你人呢？你跑哪去了？有人挖出了一头古龙，我们怕是对付不了。部长被牵制住了，白将军也被牵制住了，现在得靠你了。对了，你现在还有力量吗？你才初入战王，如果还能战，拿狗头铡铡了他。如果没有力量了，就不用管了，你先保护好自己。我来吧。一声狗吠陡然传遍整个天河市，响彻天地。下一瞬，一张血盆大口从天而降，一口咽下。装过头了，力量一下就没了。大黑狗开始啃起了骨头，没想一下他身上的力量就恢复一些。那血盆大口是个啥玩意？谁出手了？算了，不管是谁干的，这都是好事。还有人挖藏宝图，这意味着还有人在搞事情。再这么下去，天河市怕是真的会覆灭。因为身体发生了畸变的老道沉睡在这里，他有些疯癫，一心想要成仙。现在的他对绝大多数的人类没有恶意。这老道对绝大多数的人类没有恶意，这说明老道对少数的一些人还是存在恶意的。那么要不要挖出来呢？而且真挖出来了，老道要是不帮忙，岂不是白挖了？天地剧烈的震荡，许多空间浮现，一头头可怖的怪物走出。再纠结下去，天河市还不知道要变成什么鬼样子，还是挖了吧。小娃娃，谢谢你放我出来，未来我们一起成仙。这是老道，这比怪物还怪物好吗？小娃娃，吐吧，吐啊吐啊的就习惯了。小娃娃，我去去就来，你等我，我会带你一起成仙的。一头长达数十米的猛兽气息澎湃，无限逼近战火。突然老道降临，不过短短数秒的时间，无比恐怖的猛兽直接就没了。老道不要伤人，他们都是自己人。小娃娃，我有分寸。不动不了的，你们倒是用力啊。老东西，你看你战皇之上的存在，我们区区战王一批操肉厚的，当然不痛不痒的。给我住手，这老东西是我挖出来的，老道对我们并没有恶意。好，娃儿，你做得非常好，你等着我，我们一起成仙。目前来看好像还不错，虽然可以，但是我还要继续挖藏宝图。苏雨觉得目前虽然老道并没有恶意，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一旦老道发飙，这种恐怖的实力恐怕白起白将军的本尊怕是也打不过。片刻后，苏雨来到了目的地，凝神望去。七年齐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碎裂，其中一块碎片坠落在这里，得到它可以和你拥有的另外一块碎片合一，让你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又是如意金箍棒的碎片，这简直不要太好了。有了这东西，不管是自保还是杀敌，哪怕现阶段的战皇我也能一招秒。苏雨正要使用藏宝图，忽然老道的声音传遍整个天河市。道爷我成了，都这个节骨眼了，老道千万别搞事情。我投降，别吃我。我愿臣服，饶了我吧。我错了，我错了，求求仙人不要杀我。我把它挖出来也不知道是对是错，罢了罢了，继续挖我的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里面静静地漂浮着一块碎片，在空间浮现的瞬间，这块碎片便有所感应，直接钻入了苏雨体内。那天地中两块碎片合二为一，现在成了一块比较大点的碎片了。不知道我能否挖出所有的碎片，然后将其一一合成。现在我拥有两块如意金箍棒的碎片，不知道能发挥出多少力量。要不拿老道开个刀，好像也不合适。最终苏雨的目光落在了正在和白起将军打得热火朝天的黑衣人身影上，内心一动。阁下何人？为何要与我等作对？别人不知道，但是老道我自从被你挖出来以后，我可都一直注意着你，自然知道是你出的手。娃儿，以后成仙的路上，你我可要互相扶持啊。有些虚弱，但不至于完全力竭，强者的感觉真好，哪怕我只是借力，但还是觉得很爽。你多大了？回白将军的话，在下年年十八。你竟然知道我身份？自然是知道，
我是守夜人，白将军是大名鼎鼎东一区屈指可数的强者，仔细算的话应该还是我上司。小小年纪悟道这么深，如意金箍棒是你挖出来的？看来秘密是被白起知道了，那就无法再隐瞒下去了。挖出来的只是金箍棒的碎片。碎片？传闻中的道兵竟然被击碎了？小子好好努力。白将军拍了拍苏雨的肩膀，然后身影一晃，直接出现在了老道的面前，温和地说道，道友谈谈。好，怎么个疗法？那等会儿我们再谈，告辞。这是被人故意挖出来的火山，原本火山是在另外一片空间，这东西太危险了，如果不处理的话，恐怕日后灾难不断。白将军身影一晃，下一瞬火山飞起。白将军这么恐怖的吗？竟然扛着一座火山在飞，也不知道老道是不是饕餮变的，不管怎么吃都吃不饱。苏雨，这次又多亏你了，要不然天河市必定会沦陷。这次的沦陷绝非意外，必定是人为的。林姐，你那边有什么头绪吗？这次的事情很有可能是邪教所为。邪教？邪教有很多，不知道林姐说的是哪一个？七杀教。不错，我也认为是七杀教。今日来的第一道神文化身便是沙子神文的化身，那气息我很熟悉，因为我和七杀教打过交道。七杀教和七杀碑有什么关系吗？七杀教中有人在七杀碑上领悟出绝世杀伐之术，这些年制造了不少杀戮，守夜人一直在追杀七杀教的教徒，但至今效果颇微。亿万仙人为兵，百万大罗为将，杀杀杀。白将军，你知道大罗是什么意思？大罗指的是大罗金仙吗？你连这都知道？大罗指的是一切空间永恒逍遥，金意为不朽，仙自然是仙人的意思，大罗金仙自然指的就是一切时空永恒逍遥不朽不灭的仙人。百万大罗为将，百万二字哪怕是存在也有夸大的成分，但也还是能说明大罗金仙的数量极多，可现如今哪里还有什么大罗金仙？而且白将军竟然还知道这些，说明白将军很不简单。现在可以聊聊了。白将军，我就先告辞了。婉儿，你给我留下。苏雨，你就留下吧。我代表守夜人欢迎道友降临世间，敢问道友如何称呼？我叫什么来着？婉儿，你记得我叫什么不？道友，你刚被苏雨挖出来，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清楚，所以我需要提前告诉你。道友请说。在大夏不可随意杀戮任何人，这是底线，如果触碰了底线，那就是守夜人的敌人，势必会遭到守夜人全员追杀。婉儿，他是不是在威胁我？我能把他吃了吗？白将军不是在威胁你，这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不遵守规矩的话，天下可就要大乱了。小娃娃，你说的不错，既如此，那我就答应了，我以前也是人族，自然不会乱杀同胞的。道友，一听你这话我就知道你是好人，这次天河危机又是道友你出手解围，不知道道友可愿加入守夜人？这样的战力若是能够加入守夜人，那么守夜人的实力必然提升极大。加入守夜人就免了，我自由自在习惯了，不愿受人约束。这是你的身份证明，有了这东西你才能去办理身份证，拥有合法的身份。小娃娃，我不认识字，你帮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这是临时身份证明。白将军，责任人为什么是我？你挖出来的自然就是责任人了，出了事还得我负责。负责不至于，但是扣发薪水倒是真的。扣就扣吧，薪水才几个钱啊。那就没事了，我先走了。小娃娃，为什么要办身份证？哪怕如来佛祖来了也得办身份证，这是大夏的规矩。守夜人分部有专门安置的地点，前辈若是不介意可暂时住在守夜人分部。苏雨跟着人子将老道安置好后，这才独自返回守夜人家属楼。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再说。但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间苏雨被惊醒。你做什么？小娃娃，我要走了，你等我，等我找到足够的资源后回来带你一起成仙，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到他们到处挖藏宝图，释放出了不少存在。吓死我了，幸好这些人还活着。林姐，苏雨，你来了。这是什么情况？自古至今有三只眼睛的也就那么几位，难道林姐和那几位有什么关系？后面三位倒还罢了，如果林姐和杨戬有关系，那林姐的第三只眼睛就很可怕了。苏雨，你怎么了？没怎么，突然想到了一些神话故事。林姐，过来我屋里，有事情找你。大半晚上的，都不让我睡觉了，我要是长出皱纹了，你负责吗？这是老道送来的。对了，还有一件事，老道已经走了，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老道走了？老道走了，咱们天河市就少了一位无敌强者，可惜了。而且这一走，万一杀了人可就不好了。不用担心，没人去招惹老道，老道应该不会随随便便杀人的。但愿如此。什么情况？好家伙，我找了大半晚上，很多都自杀了，你能找到活口着实不错，这次我记你一个大功。
你们继续休息，明天早起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呢。林姐，等等，有什么事就说吧，咱们都这么熟悉了，有话随便说，最多我把你从这栋楼踢出去。林姐，你知道你有三只眼睛吗？你看到我眉心的第三只眼了？其实也没什么，最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我体内流淌着杨戬的血脉。那林姐，你姓林？其实我姓杨，后来我妈给我改了姓。为什么我就没有杨戬的血脉呢？想什么呢？有血脉传承未必就是好事。好了，赶紧去洗漱了，我们要去上班了。我真的有杨戬的血脉？当然，要不然你觉得我堂堂哮天犬为什么会跟着你？那我的老祖宗呢？主人他战死了。敌人很强吗？很强，非常强。等过些天再问问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很喜欢你呢。喜欢个毛，他就是喜欢偷看自己电脑上的历史记录吧。部长，林队长，有市民举报，有梳头怪物躲入了百货大楼，你亲自去一趟，将他们解决掉。好。部长，现在还有人在挖藏宝图吗？还有人在挖。那要我做什么吗？苏雨，你怕死不？谁不怕死？你这么说直接把我要说的话给打乱了。部长，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吧？危险倒是真的危险，我的想法是我会对外放出消息，就说是你挖出了一件宝物，和七杀北有关系。部长，你这是想让我当鱼儿引七杀教的人上钩？不错，如果你同意，我立马就安排。这事情干不了。奖励30张藏宝图。成交。林姐，你这是怎么了？遇到了一位难缠的战王，已经杀了。对了，部长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林姐，你觉得我去当耳的话风险大不大？不行，我去跟部长说，真要当耳我去当也行，何必让你来？林姐，我是守夜人，何惜一死？你还年轻，不该说这样的话。这也就是我现在没有实力，还找不到人，不然七杀教的人我全都杀了，一个不留，将来等我强了，我要杀的你们成为历史。我这是怎么了？不会是那位古老强者的精血影响到了我吧？早知道就不吸收精血中的力量了。这里沉睡着女儿国的一支边军，约有30000女兵，他们沉睡前3000年没见过男人了，唤醒他们你会活活累死。三千年没见过男人，这谁受得了？绝对不能放出来，起码现在绝对不能放出来，放出来是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再等等，等我变强了再来挖这张藏宝图，到时候我要去写一本书，抽30000多个单身读者，给他们每人一个媳妇，女大三抱金砖，女大3000位列仙班，继续下一个。苏雨来到了某个停车场，正准备使用藏宝图的时候，忽然听到附近有人开口交谈。哥，咱们真的要在这里挖藏宝图吗？必须挖，这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任务。可是一旦挖了，咱们可能会没命。咱们不挖必死，挖了还有活着的希望。上面说了，只要咱们活着回去，每人奖励10张藏宝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咱们俩兄弟有钱娶媳妇儿了。可是哪儿来的那么多可是？我来挖，你负责录制视频，要不然咱们回去无法交差。苏雨一怒之下冲了过去，直接抢走了他们手中的藏宝图，然后抓起其中一个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另外一人见状转头就跑，苏雨一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巴掌呼在了对方的脸上。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抢我们的藏宝图还袭击我们？苏雨，你没事就好，差点吓死我了，这是什么情况？我怀疑他们两个是七杀教的人，即便不是也存在诸多问题。我问你们答，回答慢了手断脚断，如果都断了给你们接回去，我再弄断。你们是七杀教的人，你们出动了多少人？不知道。回答错误，真当我逗你们玩？第三个问题罢了，我带回去审问，接下来的手段太残忍，不适合你看，也过不了审，即便过审了也会被下架。那部长再见。不知道他们挖出什么东西来，我先看看。昔年一位禁忌存在，一怒之下灭一方大世界，合聚30000000亿生灵，这里便是那位禁忌存在留下的一缕杀戮之意，一旦释放出来，方圆百里内所有生灵都会受到影响，直至死绝灭亡为止。真不是个东西，这东西敢放出来，天河市人口密集岂不是要在地图上消失？但是七杀教的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这些藏宝图一定都是危险的？难道他们能未卜先知？放弃了抢来的藏宝图，苏雨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地点后。昔年文仲战死，其额头中间有一神木，可变奸邪忠肝，人心黑白，拥有它你可以变忠肝明善恶，不过它受损太过于严重，修为太高的存在你无法看清。文仲，殷商时期的太师，三朝元老，擅长金木水火土五遁。咦，等等，我要是有这只眼睛岂不是就能看出谁是好是坏了？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哇，必须哇。苏雨激动坏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一只眼睛静静地漂浮在里面。可谁能想到，它会是文仲太师的第三只眼睛？神木好似感应到了什么，立马飞了出去，悬浮在苏雨的面前。我不会变成三眼娃了吧？去找个人试试，效果如何？嗯，这是个好人。这也是个好人。这还是个好人。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苏雨，你怎么在这里？嗯。林姐，林姐怎么也在这里？有市民举报，这边有人挖藏宝图，释放出了许多毒虫，我过来处理。我在这边挖藏宝图，把那个人铐起来，肯定有问题。那个人好像是有点问题，不过我得去解决毒虫的问题。我去抓人，你去解决毒虫的问题。你什么人？为什么突然袭击路人？举起手来。兄弟，兄弟，自己人。我也是守夜人，别冲动。我管你是什么人，别乱动，否则嘎了你。年阴曹地府被打成了无数碎片，其中一块碎片坠落在此地，并形成了一方鬼域，蕴养恶鬼三千万。这里活人止步，一旦进入必死无疑。玩我呢？三千万恶鬼，这要是放出来，别说天和市了，整个大夏怕是都要没了。造孽啊，这是人能干的事情吗？幸好我藏宝图多，换一张继续啊。二十分钟后，苏雨来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战王啊，这么年轻的战王，这人是谁？我也要成为战王。一人突然热血澎湃，从怀中摸出了一张藏宝图，直接就使用了。一片空间浮现，一只爪子伸了出来，瞬间就将这人捏死。全都散开，数位守夜人立马就冲了上去，可一眨眼都被打飞了出去。畜生，找死。玄黄炎化作一道火光，瞬息蔓延而出，落在了人形生物的身上。人形生物怒吼，不过数秒钟的时间，全身焦黑，生机全无。挖藏宝图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不慎人就没了。这就是守夜人的天职。昔年有一位禁忌存在，留下一卷杀戮经，杀万人可成王，杀一人可成皇，杀三百亿人可成仙。我苏雨乃是守夜人，天职便就是保家卫国，护佑苍生，为什么非得杀人呢？杀十万丧尸，杀百万毒虫不好吗？可惜了，算了，下一个吧。苏雨来到了666病房，在看到胖子后，苏雨震惊了。胖子，你怎么了？我昨天挖藏宝图，挖出来一块巨石，我直接被压在了下面，然后就成现在这样了。你说我容易吗？不怕不怕，起码你还活着，不是吗？对了，你是来买藏宝图的吗？不是，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我再也不挖藏宝图了，你要不要？十张藏宝图全都卖给你。要，当然要。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唐僧西天取经的途中突然得了痔疮，后有良医为其做了痔疮手术，这里便存放着被唐僧丢弃的痔盒。历经无数岁月，痔盒中的力量已经流失很多，但依旧拥有十分不俗的力量。没记错的话，唐僧吃过人参果，也就是说唐僧就是成了人形的人参果。可是这玩意怎么吃？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挖出来就是了。这玩意真的是唐僧肉吗？吃了它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吗？除了长生不老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当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时，远远地看到了一片黄瓜地，这里种着的便是女儿国的黄瓜。无尽的岁月中，它早已进化成了灵果，其中蕴含的力量对于修士有着极大的好处。女儿国的黄瓜还进化成了灵果，这是好东西啊。哇，必须哇。就一个，我二十万就挖了个黄瓜，真好吃。我要是能找到女儿国的黄瓜地就好了。过了一会，体内顿时有力量诞生，然后冲入到了那片地中，融入战子神门。我这是战王二阶了。这就战王二阶了，好快的速度。嗯，不对，这是什么东西？这不会是唐僧肉吧？不可能。可是我好想吃，怎么办？你的口水把我的地都弄脏了。贵人族贺，为大夏贺，市民朱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猪手镯，目前猪手镯已经杀向人类禁区，愿为人类当平禁区，护佑天下苍生。猪手镯，人类禁区之所以是人类禁区，是因为连战皇都没办法解决。这位猪手镯刚被挖出来，难道就有战皇之上的修为？这也太恐怖了吧。为人族贺，为大夏贺。最新消息，猪手镯已当平人类禁区之一的神农架，目前正在前往下一个禁区。震惊，震惊，全球震惊，
市民孙某使用超级藏宝图挖出了装冠大宝的对联，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童寿到人家，其上道运非凡，威力无边。这速度也是没谁了，武装官那可是地仙之祖镇元大仙的道场啊，为什么我就挖不出这么好的东西呢？为人族贺，为大夏贺。幼儿园黄老师使用高级藏宝图在花园里挖啊挖，挖出了一株上千米高的柳树，其上道运非凡，覆盖三省，无数人受益，修为大幅提升。这为什么不在天河市？昔年一位禁忌存在炼制了一件十一尊魂幡，虽然他残缺了，但依旧拥有无上威能，不过现在的你还无法驾驭他，甚至会遭遇魂幡中十亿魂魄反噬，最后身亡。小妞，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少张藏宝图吗？十亿尊魂幡，我还不稀罕呢。罢了，还是等我以后成了战皇再来看看能不能挖。继续下一个。唐僧肉，你心里肯定膈应，不然早吃了，所以还是让我帮你消化吧。你放心，不会白吃你的唐僧肉，以后我会报答你的。苏雨，你醒了，守夜人在外面巡逻的时候看到你昏迷了，就把你送到我办公室来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后脑勺有点疼，起了个包，其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异样。手机在，证件在，藏宝图也在，一张没少。咦，我的痔疮呢？我的痔疮呢？什么痔疮？没人给你做痔疮手术啊？不是，是唐僧的痔疮，我挖出了唐僧的痔疮，那可是唐僧肉啊，哪个缺德的玩意儿把我一棍子敲晕了，实在是太狗了，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否则把你打成狗，太气人，太可恨。是哪条小母狗又想找我借种了，能不能让老夫喘口气儿？你居然挖出来唐僧肉了。震惊震惊，全球震惊，守夜人苏某挖出了唐僧肉，但苏某被人敲了一闷棍晕了过去，唐僧肉不翼而飞。林姐，你这样做合适吗？这条新闻才发出去几分钟就五万加的点赞了，上个热门也就算了，这被人敲了闷棍，说出去多难听。苏雨，你也别怪林队长了，关于这消息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也一定要发出去的，我们要全球人知道，神话降临充满了危机，但也充满了机遇。理论上我们支持更多的人去挖藏宝图，让人人都变强，都拥有自保的能力。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找你有事情。我得到消息，下午三点整，七杀教会有上千人在不同地点挖藏宝图。他们还挖？而且还是上千人。部长，我有个疑问，他们挖藏宝图为何会出来那么多的危险？我听说七杀教中有人挖出来一个龟壳，龟壳可以推算藏宝图是凶事级，这样一来他们想要搞事情就更容易了，所以下午三点不能让他们继续挖藏宝图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当诱饵。部长，你这不明摆着坑我吗？几点放消息出去？下午一点半左右，现在大约还有100分钟。不去，太急危险了。现在去，额外再给你20张藏宝图。50张？30。成交。老规矩，要先给我，还有给我的奖励，最迟明天得给我。成交。但我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算了，比原计划多了10张而已。林子、雷刚、张天，每人扣3张，我自己再贴1张，完美 nice。若是解决了他们，不用明天，最迟今天晚上就给你。我先去挖藏宝图了。对了，往外放消息的时候，部长记得提前通知我，是提前通知我。离开了守夜人分部，苏雨揣着一沓藏宝图开始疯狂地奔跑起来。昔年有一位禁忌存在留下一卷杀戮经，嘎万人可成王，嘎一人可成皇，嘎300亿人可成仙。望着提示，苏雨立马就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里面漂浮着一卷古经。看到杀戮经的时候，苏雨突然热血沸腾起来，突然天空剧烈大，无数恐怖的大能飞天遁地，有用着毁天灭地的威能，一道迷糊的身影突然降临这方世界。杀杀杀杀杀，我这是见到仙了，甚至还可能是超越仙的存在。好像听父亲说起过他的名字，但是很多禁忌存在不愿被世人知晓，不经他们同意不得透露他们丁点消息。现在天地异象呈现，有人挖出了蕴含其道运极浓的东西，他哪怕是已经嗝屁了都能抢救过来。有一位禁忌存在，主人好像提起过他，但我又给忘记了。我挖出了个什么玩意儿来？强到何等地步才能成为禁忌存在？嘎万人可成王，嘎一人可成皇，嘎300亿人可成仙，嘎3000万亿人可成魔，嘎3000星域可成宇宙霸主，嘎3000大世界可宇宙寂灭我不灭，嘎穿一方宇宙可成禁忌。
合着这禁忌般的存在都是这么来的。一瞬间，苏玉双眼变得血红，杀气冲霄。那天地中白衣碎片感应到了这一幕，轻轻震荡化作白衣观音，他的口中似乎有某种声音传出，让苏玉逐渐恢复正常，但白衣碎片似乎更碎了。有了这卷杀戮经，七杀教你们全都给我等着，让爷爷好好快乐快乐吧。没多少时间了，我必须要加快了。新年人参果树被打得四分五裂，其中一枚人参果坠落在此地。在无尽的岁月中，它没能生根发芽，重新长成新的人参果树，也没能保留住自身的力量。现在的它已经腐朽，吃了它你会拉肚子。人参果还能坏了？哇，必须挖，20万我不要了，我挖出来给那条大黑狗吃。还真的坏了。苏雨拿纸巾将人参果包好带在身上，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这里空无一物。没关系的，这张藏宝图没有危险，可以卖给雷队长，然后再买一张藏宝图。这里蕴含佛门规则一道，一旦释放出它，它会强行为你剃度并提升你的修为，切记切记，被它强行剃度后头发不会再生长出来。这是强行渡人，太缺德了，我可不想当和尚。但是可以卖给雷刚雷队长，反正他没有头发，剃度不剃度其实看不出来。20万便宜他了，雷队长这次赚大了，才花20万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实力，要不是剃度了后头发不会再生长出来，才不会便宜他呢。攒了这么久不在市中心的藏宝图，趁着现在干脆全都挖了吧。苏雨飞快地行动了起来。新年有人在星空飘荡30万年，道辰之日一刀斩碎3000万星辰，星辰之上无数古老的存在全都形神俱灭，无一幸存。这里留有其一抹刀意，历经数个演技，如今也到了快要溃散的边缘了，但对你依旧有着很大的好处。星空飘荡30万年，一听就很厉害，这说明这位存在起码活了30万年，一刀斩碎3000万星辰，星辰上无数古老的存在全都形神俱灭，这也太强了吧。必须哇，我要这一抹刀意。苏雨立马使用了藏宝图，开启了这张藏宝图所对应的空间，空间中刀气纵横，在空间浮现的刹那，刀气瞬间化作一把绝世神刀，朝着苏雨轰然斩来。不会要死了吧？忽然陨石裂开，露出了里面的一道身影。今日道成。这里怎么会有声音？刀来。当年尔等杀我人族尔郎3000万，今日我灭尔等3000万星辰，尔等若是不服，来我人族祖星一战。蓦然刀气溃散，竟化作了一个刀子神纹，比战子神纹都要强大。亏大了，如果我早点来这里挖藏宝图，那我岂不是直接就能从普通人提升到战王了？算了算了，现在这样也不差。花了10分钟，苏雨抵达下一个地点。咦，好臭，这里怎么这么多动物粪便，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生物出没吧？要不是藏宝图必须要到指定地点挖，我才不要来这里呢。这里只有一个平平无奇的木箱。雷队长有福了，又能花20万买一张藏宝图了。苏雨立马转身就走。等今天的事情过去了，就将这张藏宝图卖给雷队长，挖个箱子出来装东西也是不错的嘛。苏雨，情况有变，立马回分部。好，这才过去1个小时啊。部长，情况怎么就变了？那慧儿的天地异象看到了没？看到了。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七杀教的人已经疯了，他们觉得那异象和七杀碑有关联，现在他们有许多战皇在来的路上了，所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这次的异象不是局部地区的异象，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异象覆盖全球，也不知道是谁挖出来的东西，现在事情麻烦了。现在那你得加钱，计划提前也意味着更危险了。再多给你20张藏宝图。再给我一把刀，我要好一点的刀。苏雨，你凝聚出刀字神纹了。不错。好，刀给你，这是我挖出来的一把战刀，质量超等，且非现在的技术可以打造出来的。多谢林姐。没事没事，以后你发达了不要忘记林姐就行了。好了，苏雨，你这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要开始计划了。没有了，计划开始。苏雨静静地看着，忽然轰的一声，整个天河市地动山摇。部长，你做啥？这就是你的计划？没做啥，就是让人挖出来了一个绝世凶物，所有守夜人集合，即刻北上狙敌，绝不能让对方进入市区。这就是计划？还挖出了一个绝世凶物？但是没办法，挖都挖了还能怎么办？享受了守夜人的福利待遇，自然也要承担守夜人的责任。又来一个林
林子、雷刚、张天，你们带些人立刻去阻止他们七杀教的杂碎。我知道是你们挖的，等这次过去了，老子天天带人去扫荡你们。为了天河市的安宁，各位同僚，我们都当赴死一战。七杀教的杂碎们，奉劝你们立马放弃不切实际的目的，我们的支援马上就位。李潇一边战斗一边警告七杀教。天河市郊区，一男一女站在居民楼的天台上。这是我们的人干的？应该不是吧，我们的人拿着藏宝图，目标地点基本都是在天河市中心，哪怕有些不是，也是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那这是什么情况？谁知道呢，可能是别的什么教派在搞事情。那咱们要不要继续安排人手挖藏宝图，制造一场杀戮盛宴，从而找到让七杀被不明的人或者物品？时间还没到，再等等。守夜人也不简单，不管是谁挖出来的，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一桩。忽然女人内心一动，一道神纹化身归来，化作神纹消失在她的体内。目标找到了。什么？我们有人被守夜人抓走了，但现在突然有人挖出了如此可怕的存在，守夜人集体出动，我们的人从守夜人分部杀了出来。他们在里面得到消息说，数日前一个名为苏雨的守夜人挖出了七杀杯主人的一滴精血。当真？那精血价值无边，必定能让我叫更上一层楼。传令，立刻找到苏雨。得令。苏雨，去南边阻敌十分钟，我们支援十分钟内到达。这是想弄死我啊！南边被挖出来的火焰巨人气息无比恐怖，那可是战皇巅峰，我上狗头铡都不知道能给杀了。我特瞄财战王二阶，搞个锤子。苏雨，李潇说还有十分钟就有人来支援了，必须要先动手，要不然苏雨身上的精血被火巨人得到，那就没咱们的事儿了。这会不会是守夜人的圈套？总觉得有些太巧合了。圈套又如何？你身份卑微，执行就是了。哪怕他们就是有人埋伏，也不会有多少人，他们太分散了。咱们走。这就是苏雨的照片，可别认错了。忽然苏雨听到了后方传来了动静，一男一女在以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自己赶来。这么快就来支援了？这速度比顺风还快啊。不对不对，他们看起来不像支援的。苏雨内心一动，文中太师的第三神目可辨中间，可识别人心黑白。苏雨重新看向两人，面色一惊，就知道你们有问题。苏雨，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是吗？那我还得谢谢你们啊。来人呐，狗头铡伺候。苏雨，你在搞什么？女人面色一变，直接杀向了苏雨。女人刚杀了过来，立马就被一闷棍给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还不出手吗？真要看着我死掉，那意义何在？虚空震荡，一位老人轰然走出，其身上战皇的气息弥漫，威压四方。苏雨，交出七杀杯主人的精血，那不是你可以拿的东西。狗头铡还真的是残缺的，这都挡不住。我若是战皇，狗头铡的力量就更强了。可惜区区战王还是二阶。这种处境下，其实苏雨一点也不慌，因为他内心一动，那天地中染血的白衣碎片化作观音，直接飞出了苏雨的身体外，只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暗杀苏雨的女人给按在了地上摩擦。苏雨一个起身开山刀，直接废了这个女人。竟然敢杀我的人，今日我要把你剐了。我还以为来的又是神纹化身，没想到啊，本尊也敢出来溜达。白将军，战皇境界你是无敌的存在，我也是无敌的存在，今日我倒要看看咱俩谁才是无敌的存在。出来干净了。幸好白将军来了。对了，差点把你给忘了。斩。七杀教暗中或许还有帮手，绝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拖住白将军。小东西玩不起是吧？居然搞偷袭，那老夫也陪你玩玩。战皇中无敌的存在都这么强的吗？这还怎么打？不行了吧，区区战王竟然能杀战皇，很是了不起。但今日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交出七杀杯主人的精血，交出如意金箍棒、狗头铡、白衣观音，或许我会给你个痛快。你们七杀教的真是很麻烦。这么年轻的吗？这人好像不比自己大多少，而且竟然和自己一样帅气。瞬息间两人就打了起来。太危险了，哪怕自己身怀重宝，现在也就是一个战王，重宝也发挥不出相应的威力。在这里一旦被波及，重则身死道消，轻则缺胳膊少腿。但半分钟不到，苏雨身影止住，迅速后退。前方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了一位身影高挑的少妇，正笑盈盈地向他走来。将东西全都交出来吧。交出来，姐姐带你装逼带你飞。阿姨，你又不是长翅膀的内裤，怎么装逼怎么飞。苏雨一边后退，手心中握着两块如意金箍棒的碎片，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谁还没点底蕴啊？刚才装作打不过，就是逼守夜人的强者出来，自己只是弱又不是傻。部长安排人挖出了一尊绝世凶物，
那肯定是在掌握之中的。你叫我什么？阿姨，我劝你回头是岸，莫要自误，你不是我的对手。嗯，这么怕我，还是怕我的火？一颗金丹入我腹，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又是谁？吴来了，你还能跑得掉吗？吴，这是在装呢，还是被谁给挖出来了？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都是自称吴的。手握仙剑斩不平，世间无有这般人。这么强，你是谁？朋友，你还没有认出吴的身份吗？这不应该啊，我很有名的。没认出来？你都不看新闻的吗？我上过新闻，上过电视的。吴挖出过一粒上古金丹的，现在想起来了没？嗯，想起来了。好消息，好消息，某高三学生使用藏宝图挖出一粒上古金丹，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也挖不少藏宝图了，为什么就挖不出一粒上古金丹呢？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年龄的，人比人气死人。认出来了就好，你现在应该明白，吴来了，七杀教的人无人能杀得了。这次吴要一个打十个，七杀教能出十位战皇，让我打个痛快吗？这位年龄虽小，但是感觉比白将军都要强的样子。小小年纪便口出狂言，哪天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吴看过你的资料，你是七杀教的三教主黑虎，今日你来了便就回不去了。是吗？你很强，但也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守夜人今天来了你们三位，应该差不多就是你们的极限了，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极限，你不是要一个打十个吗？安排都出来吧。你们既然都来了，竟然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杀，难怪是邪教，全都该杀。这下完了，真的完了。你真能装，一下出来十个，还在那嘲讽接下来怎么打。哼，你懂什么？杀。以后脑勺的实力想要走谁都拦不住，但是后脑勺能走吗？不能，他也不能，走了反倒危险。拼了。杀了两个战皇，这下舒服了。苏雨内室内天地发现杀死神文从二阶提升到了三阶，这就是杀戮精，真的很恐怖，感觉比挖藏宝图提升的都快。自己没多少力量了，应该再没有七杀教的人了吧，要是再有那就麻烦了。战王也就算了，来的要是战皇，真打不过的有玄黄炎都未必打得过，希望后脑勺趁机杀了他们，这样就好了。真是厉害啊，守夜人，你们让本教主很意外。这是神文化身，还都是战皇，唯有战皇才能够让神文化作化身代替自己行走世间，战王是做不到的。轰！苏雨没有任何的犹豫，玄黄炎瞬息扩散而出，点燃四方，虽然不能真的阻挡五道神文化身，但是阻拦一二还是没有问题的。可很快苏雨看到他们竟然长驱直入，玄黄炎竟然在退缩。玄黄炎，天地一火，我又岂能没有准备呢？他们身上都带了辟火珠，你就等死吧，能够为七杀教的壮大做出一份贡献，你应该感受到荣幸。坐在地上看热闹的火焰巨人陡然腾空而起，刹那间半边天穹化作一片火海。辟火珠很厉害吗？要不试试我的火？你不是被挖出来的吗？你怎么是守夜人？终于被你发现了，难怪你能创建七杀教，还是有些本事的。这竟然是自己人，这么说另外三边可能都是自己人了。李烨，你个废物，谁让你暴露的？闭嘴吧你，我再不出手小苏雨就挂球了。郝天禄，你不是带领东翼区的强者去支援魔都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这重要吗？也对，所有在天河市的七杀教门徒听令，立马使用藏宝图。郝天禄，我承认你很强，但我在七杀碑上感悟出了一套阵法，你又该如何应对？今日我要让天河市化作人间炼狱。郝天禄，你肯定还有后手，但是你是救天河市还是救一个苏雨？天河市禁止挖藏宝图，看到挖藏宝图的人杀无赦。下一瞬，天河市中心忽然间无数身着便装看起来好像是普通市民的人突然间抽刀杀向了附近正准备挖藏宝图的人。七杀教的教主突然感到一丝意外。嗯，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守夜人？这一次要让你七杀教元气大伤。这些人一个个都在算计，就我自己是真的蠢，竟然跑来当二，个个都是大能，为什么非得选我？拜拜了您呢，我要跑路了。忽然苏雨内心一动，一边跑路一边内室内天地中战杀刀三个神文一声挥，在旁边忽然就诞生了一个神文。什么意思？诞生神文就诞生神文，为何要诞生一个怂字？你这是在嘲笑我吗？
我那不是怂，我是弱，我不得不跑。素雨骂骂咧咧，没有任何的犹豫，内心一动，直接破碎了自己的种子神纹，有力量溢散开来，快速被另外三枚神纹吸收。素雨，和我回七杀教吧，你既然能得到七杀杯主人的宝穴，说明你和我七杀教有缘，入我七杀教，我让你当四教主。我可以说不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会做了你。想要杀我？你尽可来试试看，哪怕我只是战王，我也能一棒子砸死你。是吗？现在他们自顾不暇，可没人能再救你了。至于你，我赌你没能力再驱动如意金箍棒了。在守夜人的眼中，你其实就是一个牺牲品罢了。你身在其中竟还不知，可悲可叹。蓦然间，一只巨手从黑暗中降临，朝着苏雨拍了下来。竟然是战皇之上！老道，老道，快救我！婉儿，莫怕，老道来也。婉儿，我可以吃了它吗？烤着吃，涮着吃，炖着吃，随便你怎么吃都行，反正赶紧给我吃了它。那我就当晚你同意了。婉儿，我找到他了。数公里外，一道身影狼狈跌落而出，正是七杀教的教主。你是被挖出来的，何必为他们效力？不如你来我七杀教，我奉你为大将军，专门负责征战天下，如何？我没有为他们效力，只是你要杀我的婉儿，那就不行。不要以为我怕了你，你我一战孰胜孰负还不一定呢。而且你我一战，今日势必会有无数人被战斗波及。两人迅速打了起来，一时间竟然不分胜负，这让苏雨很意外。七杀教众听令，你们去杀了苏雨。谁杀了苏雨？赏藏宝图100张，战王直升战皇，任一堂之主。藏宝图100张，真看得起我？最少200张起步吧，不过这100张起码2000万了。就在这时，苏雨面色一变，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竟突然冒出了数十位战王。苏雨莫怕，我来支援你。我先找到你的。苏雨，借你人头一用，明年即日我必定来祭拜你，感谢你对我的付出。就凭你还不够？凯山，苏雨不是已经杀了数位战皇，为何现在还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就这也敢来借我人头一用？这里封印着一条鸡腿，哪怕过去了无数年，它也很新鲜，可以食用，只是力量流失了很多。鸡腿还能吃？更重要的是力量流失了很多，这说明里面还是有点力量的。挖，必须挖。苏雨十分期待地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一个鸡腿漂浮在空间中，这鸡腿好像刚做出来的一样，看着就十分新鲜。苏雨伸手将鸡腿拿了出来，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好香。苏雨刚要张开嘴尝一口，忽然苏雨眼前一黑，熟悉的感觉再次传来，身体不由朝着地上倒去，又被一闷棍敲晕了。大黑狗咬着一根白骨大棒从苏雨的身后走出，三五下大黑狗就将鸡腿吃了个干干净净，这才咧嘴一笑。不好意思，又是我。你运气真好，连我的鸡腿都能挖出来，现在这算是物归原主了。咦，我当年藏了多少鸡腿来着？我记得我在3个小世界里都养了鸡的，后来专门找了个厨子，足足给我做了10000年的鸡腿，我吃了很多，后来还剩了好多，都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马德，谁又敲我闷棍？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要不然我把你打成狗头。左右不过就是一个鸡腿，没事的，没事的，我还有很多藏宝图，继续挖。顺着藏宝图上标注的地点，苏雨立马前往。3分钟，苏雨抵达目的地，凝神望去。昔年，一位姓名的普通人在离开兰若寺时丢了1两银子，现在这两银子就在这里，挖它出来，你将获得1两银子。竟然是1两银子，这玩意要吃何用？虽然这是在离开兰惹寺丢的，可若是没有神异之处，这玩意是真的没用。这挖什么挖啊？回头给雷刚雷队长吧，这可是很多年前的银子，雷队长一定很喜欢。昔年有一位妖族的大能炼制了一枚铜钱，铜钱上蕴含规则之力，若金钱落地便人头不保。它有些损坏，但正好可以为你所用。金钱落地人头不保。一片空间浮现，一枚铜钱静静地躺在里面。苏雨伸手将铜钱拿了出来，入手冰凉。这使用起来会不会太不好意思了？先不管怎么说，好歹是一件宝贝，先留着吧。这里是一片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这里有一瓶1000万年前的地下水，这里有一块10万年前的普通石头。雷队长有福了，我有钱赚了。这里栖息着一条神恶的幼崽，现在的你努力一下还是能杀了他的。神恶幼崽，努力一下还是能杀了他的。20万我不要了，
杀了他，给我做双皮鞋，再做十条皮带。一片空间浮现，正在沉睡的神恶幼崽陡然惊醒，瞬间就冲了出来。你管这叫神恶幼崽？谁家幼崽长二十米的？既然你如此凶残，那么就试试我的铜钱吧。金钱落地，人头不保。神恶幼崽不以为意，摇了摇头。铜钱落地，他继续朝着苏雨冲了过来。可下一瞬，他的身影一滞，脑袋掉了下来，滚到了苏雨的面前。这么强的吗？这东西也可以当做底牌之一。林姐说，被挖出来的驴秋沙很可能针对我，那么这铜钱相信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对了，狗头铡铡不了你，虎头铡应该没问题吧？我还要继续挖，确保没人能动得了我。这神恶幼崽怎么带回去？苏雨想了下，给林子打了个电话，有事林子干。很快林子就来了，看了一眼被苏雨杀死的神恶幼崽。我还以为你是天命之子，能一直不断的挖宝物呢，原来你也会挖出来危险的。我哪是什么天命之子，我觉得挖出上古金丹的后脑勺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后脑勺？你是说叶天命吧？叶天命以前不叫叶天命，后来他连挖数次宝物后，觉得自己是注定的天命之子，所以就改名叶天命了。原来后脑勺叫叶天命。林姐，我还要继续去挖藏宝图，你能帮我把这条神恶幼崽带回去吗？林子点点头，伸手按在了神恶的尸体上，尸体立马消失。林姐，你用什么东西装的神恶？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要。我挖出来的，你自己去挖，这东西没得卖。我走了，我也要去挖藏宝图了，看能不能提升点实力。都挖这么多藏宝图，还是没能挖出来存储东西的宝物，不行，我还得继续挖。这里有仙人种下的两个地瓜，吃了它你会变得更强。只要能变强就是土，我也吃。仙人种下的地瓜哪怕是皮也不简单，上次我居然刮了皮，简直是浪费啊。苏雨直接就啃了起来，皮有些难吃，但的确蕴含了力量。这力量流向四肢百骸，让苏雨觉得身体好像更强了一些。那天地中神纹没有动静，很显然地瓜中的力量无法提升神纹的力量。意义不大，下次再有地瓜直接卖给雷队长吧。啊，雷队长有福了，我有钱赚了，起码百万级别的雷队长，我爱死你了。苏雨再次行动了起来，正要前往下一个地点继续挖藏宝图时，忽然整个天河市震动，恐怖的气息扩散四方。不对，身子是大蟒，可他的头看着好像是一只雀儿。在此时，守夜人手表突然震动了起来，发出求援的竟然是林子。不会是林姐挖出来的吧？这气息是一头战皇。突然间，一根巨大的铁棍从天而降，狠狠地朝着雀头蟒身的怪物砸了下去，扑了个空。你我同为妖族，为何要揍我？那你又为何伤人？我刚睡醒，脑壳有点晕，那是一个误会。林姐受伤了吗？林姐，林姐，我没事，就是受了点内伤，休养半年就差不多了。那蟒雀留手了，要不然我死定了。休养半年，这是想带薪休假吗？想得美。林姐，你说那是蟒雀？雀头蟒身，错不了，应该就是蟒雀了。这东西很厉害的。哈哈，本龙终于出来了，凡人们，颤抖吧！今天我要大吃一顿。男人站左边，女人站右边，小孩站中间，我要先从中间开始吃。太古蟒雀，这里为什么会有太古蟒雀？上天对我真好，刚苏醒就有美味送到嘴边来了。你是知道我的身份，我对人类没有兴趣，也没有食欲，我只想通融。蟒雀朝着黑色巨龙追去，很快一张血盆大口覆盖半边天穹，逃到天际的黑色巨龙嚎一声被蟒雀一口吞入体内。传闻太古时代有一种强大的生物名为蟒雀，他们专门以龙为食。太古时代？那是什么时代？不知道，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那林姐再见，我还要继续去挖藏宝图。苏雨背着藏宝图在市中心到处找地方挖藏宝图。这里有一片摘星楼的瓦片，它平平无奇，这里有妲己掉落的一根头发，无尽岁月中它已经成了一根普通的头发。这里长有一株花果山的桃树，但是它已经枯死了，或许无数年后它还有枯木逢春的机会。这是姜子牙在渭水河畔钓鱼时采过的石子，它平平无奇，不具备神意。这么多藏宝图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卖给雷队长了啊！雷队长，我的大财主，我的亲爹啊，爱死你了，继续挖。苏雨连跑了十几个地方，结果全都没有什么用。苏雨换了个地方，拿出一张藏宝图凝神望去。这里沉睡着一头星空巨兽，它体长3000公里，它若是降临，末世将会降临全球。什么是星空巨兽？竟然能够体长3000公里，这哪里敢挖啊，也不敢卖给别人。
这里存放着一张高级藏宝图。嗯，没有想到用藏宝图还能挖出高级藏宝图，赚大发了呀。我现在有一张超级藏宝图，三张高级藏宝图了，可惜距离都有些远，要不然我现在就去给挖了。苏雨，雷队长，你这是怎么了？哎，别提了，一共50张藏宝图，连根毛都没有挖到，丧尸挖了30余次，美人鱼挖出了5次，但他们哪里是美人鱼，分明就是鱼头人。猛兽挖出了5次，还有9次什么都没有，全都是空的。最后一张藏宝图挖出了泥石流，直接把我给埋了。雷刚，雷队长也是够逊的，其实大多数藏宝图都是苏雨卖给他的。节哀，你这运气也太背了吧，要不我卖你10张藏宝图。真的，我来找你其实就是想买藏宝图，你杀了数位战皇，藏宝图一定不少，卖我一些吧。这可是你说的呀，挖不出好东西可别怪我。诺，10张藏宝图一共200万，给你打个折，180万，直接转账吧。苏雨，你真好，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嗯，好大哥。大哥，要是挖完了可以再来找我啊，我这么对雷队长都有点怪不好意思的，管他的呢，钱已到手。片刻后，雷刚来到藏宝图上标注的地点，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就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刹那间一片佛光映射而出，照耀四方。这不会是雷队长挖出来我卖的那张藏宝图了吧？这里蕴含佛门规则一道，一旦释放出它，它会强行为你剃度并提升你的修为，切记切记，被它强行剃度后头发不会再生长出来。一尊虚幻的大佛出现在他的身旁，正亲自为他剃度。过了一会，大佛停下了动作，剃度完成，然后大佛化作一道佛光钻入到了雷刚的体内。舒服，实在是太舒服了，终于提升到了战皇境界了。苏雨，你真的太好了，卖我的藏宝图里竟然挖出了一尊大佛，使得我一步迈入了战皇的层次，现在我是天河市唯一的战皇了，以后在天河市我罩着你。那我先谢谢你了，早知道就自己挖了。但看了一眼雷刚的光头，苏雨顿时又不后悔了。雷队长，那你还要去挖藏宝图吗？必须挖，我现在虽然是战皇了，但也就战皇1阶，我再挖一挖提升到战皇9阶，我愿意一辈子光头。那就提前祝福雷队长了。片刻后，苏雨抵达市第一人民医院，拿出藏宝图凝神望去。这里有兰若寺聂小倩剪掉的3000发丝，它上面蕴含了极为恐怖的鬼气，释放它，它可以为你所用。这才刚有人挖出了兰若寺，我就挖出了兰若寺聂小倩剪掉的3000发丝，不过能为我所用这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是不是很强。我以为3000发丝是真的有3000发丝，原来是虚指啊。如果真的是3000发丝，威力应该更恐怖一些。好了，幸好是我挖出来的，如果是普通人挖出来，现在可能已经死了。就在这时，苏雨和聂小倩的3000发丝建立了联系。苏雨看到了一位衣裳漂亮，长发飘飘的女鬼。小倩，见过公子。漂亮是真漂亮，我都差点忍不住动心了。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既然来了，顺便再去看看胖子吧。苏雨怎么又来了？胖子，我在医院挖藏宝图，顺便来看看你。胖子，你身上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啊，你这是战亡了？这两天市里发生了不少事情，我奶奶很担心我，就背着我偷偷去挖了一张藏宝图，出一粒丹药，我吃了就成战亡了。既然成为战亡了，那你凝聚出的神文是什么？我凝聚出了一个烟字。还有人凝聚出一个烟字神文的？咦，不对呀，胖子，你的皮肤看起来好像白净了许多，还有你刚刚说话的声音怎么有点娘？刚才我那是不舒服，现在好了。那行，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呼，终于走了，这下我不能传宗接代了。奶奶你误我，咱们老陈家绝后了。离开了医院，苏雨随便拿出一张藏宝图，看了一眼藏宝图上标注的地点，竟然在守夜人分部。这里有一块如意金箍棒的碎片，一片空间浮现，苏雨看到了熟悉的碎片，一伸手，碎片就落入了掌心，然后进入内天地，与另外两块碎片合一。多了一块如意金箍棒的碎片，我的底牌就又多了一个。林姐说林秋莎可能会为了七杀杯对付自己，这也就是现在还有规矩，要是没有规矩，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苏雨，你回来了，高层开会，你既然回来了，那你也来参与吧。开会，以前都是三位队长和部长李霄部长一起，可现在老子也有资格了。苏雨，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卖我的藏宝图，我挖出了一个木箱子，是活的，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储物。造孽呀！这里只有一个平平无奇的木箱。你管这叫平平无奇？雷队长，你挖出来的这箱子还有什么功能吗？没了，从苏雨那里买的藏宝图
基本上没有危险。挖出了一座山，一根头发，一片瓦片，一块石头，还挖出了一瓶水。好了，都坐下吧。今天呢，我们长话短说，一共两件事。第一件事，鉴于苏宇的实力还有战斗时的表现，特批苏宇为天河分部第十八位队长，也是现在现存的第七位队长。这件事有人有意见吗？有的话可以提出来。我没意见，我举双手双脚同意苏宇成为新的队长。我也没意见，以苏宇的实力早就可以成为新的队长了。我同意，苏宇明明是自己招揽进来的，结果这才几天就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行，既然你们同意了，那么郑队长他们三人应该也不会有意见，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苏宇，等会儿开完会让林队长给你说下成为队长后的职责和待遇。好，现在说第二件事，这次七杀教来袭，我们大获全胜，除了现场击杀的一些七杀教教徒外，我们还活捉了许多个活口，所以我们开会讨论下如何处理这些邪教教徒。苏宇，你年轻，你先来说说看。那我就直说了，我的想法就是全都嘎了，不但全都嘎了，还要全国直播，让所有人都看到邪教徒的下场。部长，我的想法和苏宇一样，全都杀了。这些杂碎这三年搞了不少事情，甚至已经覆灭的许多城市中很多就是邪教干的。我支持苏宇的想法，全都杀了吧。林子，你呢？人命大于天，杀了他们也好，总要给死去的人们一个交代，不是吗？好，我知道了，那么就全都杀了，给邪教一点颜色瞧瞧。完了完了完了，全都完了，这完全是毁灭级的存在。自三年前藏宝图降临一直到现在，我就没见过这么强的存在。今日我天河市怕是要没了。怕什么？要不是我的力量优势太多，我吹口气他都得死上个百千万次。那现在呢？现在我打不过，但是大家放心，会有人出手的，我们只管看戏就行。这么多天生道体的气息全都是大补之物，这次我一定要吃个痛快。突然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天空中，有鱼钩从漩涡中落下。让苏宇意外的是，那鱼钩竟然是直的，这是愿者上钩。不、哦、不要了，我真不是自愿的，前辈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巨大的生物话还没有说完便自愿上钩，然后冲入了漩涡之中消失不见。白猿前辈，刚刚那位的身份？不、哦、那是江前辈，藏宝图降临三个月后他就被挖了出来。被挖出来的还姓江，还有直直的鱼钩，应该就是神话中的那位无疑了。你们也不必惊讶，这三年来被挖出来的神话人物多了，比如除了江前辈外还有哮天犬。无、哦、算了，还有一些等你们以后见到了自然就知道了。白猿前辈，我想问一下，这些历史中的人物如白将军，根据我的了解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为何一被挖出来就变得神通广大？这个我的记忆还停留在无尽的岁月前，那时候还没有你口中的历史人物。至于白将军呢，我问过，但是白将军不愿开口，我也没办法，所以你问我也是白问，你还不如直接问白将军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以前绝不是什么普通人，真要是普通人早就死球了。不过没事的时候我可是不愿意和江前辈打交道的，因为有杀父之仇。好了，不跟你们扯淡了，你们继续忙你们的，我去处理事情，顺便去嘬一口。你们走吧，我还有事情要跟苏宇交代。苏宇，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些藏宝图，我现在去筹钱，筹到钱了我来找你买藏宝图。和你说话不用绕那么弯弯，我就直说了，先说待遇，成为队长后年薪翻十倍，也就是1200万，平均一个月100万。一年1200万，这干一个月就能养老了。天河市分部的队长算上你在内一共有18人，可现在就剩下7个人了，另外11人都在这三年里先后战死了，所以你也别高兴，钱是真的多，但是死亡率也是真的高。最重要的是，不管是金钱还是藏宝图都是可以提前预支的，也就是说你回去办理了手续后就可以去找部长拿1200万和60张藏宝图了。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慌什么慌？如果你提前预支了一年的薪水和藏宝图，那么一年内是禁止辞职的，否则林姐你要相信在体制内永远是最香的。对了林姐，你知道咱们部长一年的薪水和藏宝图都是多少吗？是咱们的5倍。5倍？给我点时间，我将超越部长，成为下一任部长，藏宝图太香了。走，我带你去部长那，你的奖励已经拖欠很久了，现在也该给你了。好。小李，要不你和上面说说，调你去东翼区，这天合适部长的位置，以后让我来做吧。以前叫我部长，现在叫我小李子。雷刚，你礼貌吗？那没办法，
谁让我先成的战皇呢？除非你也能如我一样挖出宝物，让自己也成为战皇。你这是看不起我，笃定我挖不出好东西了。我可没这么说，小李啊，有本事你就去挖啊！你要是能把自己挖成战皇，以后我还管你叫部长。行，你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就去挖，看我怎么打你脸。你们找我有事，等会儿吧，等我回来再说。不过一个小时，李潇就回来了，灰头土脸的，但是容光焕发，眼眸之中的金光是不管如何隐藏都藏不住的。本来我是想着自己通过修炼打破桎梏，但雷刚你激我，那没办法了，我只能现在成战皇了。部长牛皮，雷刚，立马带人去巡视。今天又不是我巡视，雷刚还不赶紧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迟早把你的部长位置给撬了。林队长，该说的都跟苏雨说了，都交代了。自你成为守夜人后，抛头颅，洒热血，数次力挽狂澜，就天河市与水深火热之中。这戒指里面的东西就是给你的奖励，你看看先。全都是给我的奖励，500张藏宝图。林队长，先不说了。这张超级藏宝图的地点距离比较近，我还没有挖过超级藏宝图呢，现在先去挖一下看看。这里是一座洞天，里面原本住着一仙一魔一妖一鬼，但现在就只剩下一仙一魔一妖了，他们很寂寞，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打过麻将了。进入洞天，发挥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陪他们打打麻将吧。一仙一魔一妖一鬼，听起来逼格就很高。仙是真的仙吗？或许当年是吧。哇，必须要哇。顿时一座洞天浮现，苏雨站在入口处探头往里望了望，看到里面宛如一座真正的世界一样。麻将桌前坐着三人，他们睁着眼睛，可身上气息全无。他们不会已经死了吧？咦，无尽的岁月之后竟然有人进来了。过去多少年了，有人进来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可以离开了？不知道过去多少岁月了，外面可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晚辈苏雨见过三位前辈。小苏雨你好啊，你唤我长生仙便可，这位是长生魔，这位是长生妖。我们三个老家伙已经很久没有打麻将了，小苏雨啊，来陪我们打打麻将如何？那恭敬不如从命，晚辈失礼了。终于有人能陪我们打麻将。麻将的声音响起，苏雨陪着三位长生存在打起了麻将。这三位敢以长生自称，各自怕是都有些本事的，先陪他们打打麻将再说，毕竟这是尊老爱幼的传统嘛。连续打了七八局，苏雨逗的三位老人哈哈大笑。三位长生前辈，晚辈还有事情，等处理完了再来陪三位打麻将如何？也行，正好我们刚苏醒，也需要转转，小苏雨你就先去忙吧。这个小苏雨的身上有祖星的气息，你们感受到了吗？不光是有祖星的气息，好像还有长生鬼的气息。长生鬼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当年我们可是亲眼看到长生鬼被钉死在星空中的，难不成是小苏雨得到了长生鬼的传承？不好说，也或许是我感应错了，那气息太微弱了，不一定就真的是。等小苏雨下次来了我再试试。那行，等小苏雨下次来了你再感应下，我在小苏雨的身上已经留下了烙印，不管他在哪里我都能感应得到。好了，咱们沉睡无数年了，现在也该出去看看了。三位长生虽然都很和蔼，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压力还是很大的，先回一趟分部问问他们的来历再说。苏雨刚走，大黑狗的身影就出现了，他有些诧异的看了眼洞天，身影一晃就钻了进去。咦，进来了一条大黑狗，咱们今天有口福了。大黑狗刚进去就被发现了，待看到三位长生存在后立马掉头就跑。既然来了就不要跑了。主人救我，何人伤我兄弟？没想到会是你们，你们已经归来了吗？竟然会是他们，他们还真的是能活，幸好我唬住了他们，他们肯定不敢追来。原来是哮天犬，咱们还是不要招惹为好，免得他背后的那位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长生狗道，当年长生鬼就是不听劝，结果亲手把自己给扬了。苏雨你回来了，你把那张超级藏宝图给挖了吗？挖了。部长，听说过一仙一魔一妖一鬼没？没有。你挖出了和他们有关的东西吗？除了长生鬼外，我把另外三个给挖出来了。那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感应到？你可知他们是敌是友？应该不是敌人，他们对我挺和蔼的，我还陪他们打了一会儿麻将呢。我知道了，你把准确的地点跟我说一下，我一会儿安排人进去交涉一下。好的，没问题。地点就在守夜人家属楼下，那里是一座洞天的入口。
老道呢？老道让我告诉你，娃儿，你在天河市等我，等我回来带你一起成仙。那老道对你这么好，不会是你老祖宗吧？谁知道呢？我不在的时候，可有事情发生？有，苏雨挖出了一仙一魔一妖。李潇细细说来，听称呼，明显也不是历史中的人物了，他们就只是让你陪着打麻打麻将嘛。是的，白湘君，这两天好像哪里有手艺人上报，有人挖出了一个红钟，麻烦你亲自走一趟，将红钟带回来。要不还是无趣吧，我有仙剑一口，可朝碧海而目苍梧。无，差点忘了，你也在这里。既然你在的话，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叶天命真是太能装了。长生仙、长生魔、长生妖应该对咱们没有恶意，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回头我再找人问问，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去挖藏宝图。咦，我记得我有一张藏宝图，好像能挖出一个圣女。我现在再去看看提示是否有变化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挖出来。苏雨，戒指你得还我，那个不是送给你的。苏雨真不是个东西，竟然想贪了我的储物戒指。这里封印着一位圣女，和她交手三招不败，她有一定几率成为你的道侣，即便不会成为你的道侣，她也会成为你的朋友。上次看这张藏宝图的提示时，上面说她也有一定几率成为她的剑下亡魂，这次没了，挖，必须挖，我不是为了让自己有个道侣，而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帮手，有个底牌而已。苏雨当下就要挖下去，忽然苏雨停下了动作，看到数米外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好像也在挖藏宝图。算了，我先等等再挖，先看会儿戏。很快苏雨看到那中年男子使用了藏宝图，等了几秒钟，一位身着古装的女子走了出来。可是恩公唤我醒来。是啊是啊，恩公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好下辈子给恩公做牛做马了。我挖你出来，你不应该嫁给我，和我结为夫妻吗？古装女子似乎有些惧怕，微微后退了两步，中年男子好像有些怒了，竟然要扑上去。住手，既然挖出了个大活人，那么就到守夜人分部备案吧。凭什么？他是我挖出来的，就该给我当媳妇。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当媳妇，不是你说了算的。你有问题一会儿到守夜人分部了再说，你们在这里等着，都不要跑，要是跑了被全国通缉，那可就惨了。苏雨吓唬了他们一句，这才重新来到了藏宝图地点，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苏雨看到在空间里，一位腰身纤细双腿修长的女子正在沉睡，她的身体堪称是黄金比例，身上的肉不多也不少，一切都刚刚好。蓦然她睁开了眼眸，有些疑惑地打量了一眼，很快她就注意到了苏雨。嗡，刹那间一口仙剑激射而出，直奔苏雨面门而来，如此近的战刀立马被苏雨横在了身前。你是人族？我当然是人族了。我不是已经战死了吗？还有，这是哪里？是你救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被我挖出来的。挖我出来的？那还是你救了我，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了。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如果是我，我也愿意以身相许。好呀好呀。刹那间仙剑出鞘，瞬息间便剑指苏雨眉心。四海之内皆兄弟，谈什么以身相许，可惜你是个女儿身，要不然我就和你结拜为兄弟。既然是你将我挖出来的，那么你带我去了解了解这个世界吧。苏雨，他们是这位市民挖出来了一个古装女子，我也挖出来了一个。小张，带他们去做一下询问和登记，你先带他去你的办公室，我一会儿给你送表过去，你按照表上的询问登记就行。我还有办公室在哪儿？我隔壁。姑娘，跟我走。守夜人是什么？守夜人是大夏官方唯一的超能组织，你听说过大夏没？我那会儿听你说你已经战死了，能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那时候观音显灵，降下法旨，让我等做好战斗的准备，然后没过多久整个世界就乱了，到处都在打打杀杀，我也被迫卷入了那一场战斗，然后一次战斗中我就挂了，再睁眼就是你把我挖出来的时候了。观音是如何显灵的？门中共有观音像，有一天观音像活了过来。这么说只是观音像活了过来，而不是真正的观音降临？嗯，可以这么说。这么多，林姐，能不能换个人来问，这得填到什么时候去？现在哪还有人，都在忙呢，而且他是你挖出来的，你得负责，反正你迟早都得面对的，趁着现在好好熟悉一下吧。我问你答，我要给你做些登记，回头还得给办身份证。身份证是什么？身份证就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明文件。那我可以不办吗？不行啊，就是如来佛祖来了也得办身份证，懂吗？那行你问吧。姓名？秦一善。身份？妙善门圣女。
修为，修为以前是大，现在是金丹期。原来金丹期相当于现在的战皇境界。我们继续，年龄18岁。你确定？我战死的时候年龄是18000岁了，现在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岁了。这是个老仙女啊。给圣女行一善做登记，足足做了一个多小时，等做完后天都黑了。赶紧招揽几个人，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交给他们去处理。圣女走吧，跟我回家，我给你安排住所。回到家中，苏雨将行医善安置了下来，这才转身出了门去挖藏宝图。昔年有一只玉兔在这里留下了一粒粪便，这里面是一片大海，一旦开启它，整个天河市都会化作汪洋大海。这里封印着十只丧尸，你可以嘎嘎乱杀。看到第三张藏宝图的提示，苏雨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十只丧尸被惊醒，他们立马就冲了出来。但是刀光雨十只丧尸全都隐恨。这里封印着99只丧尸，你可以嘎嘎乱杀。99只丧尸争先恐后的冲出。刀光雨之天。99只丧尸全都倒地。这两张藏宝图完全可以不用挖的。但是不能一直都挖好东西，难免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一次两次可以说是运气，可以说是巧合。十次八次硬要说勉勉强强也能说得过去，可一直这样那就不行了。继续挖。这里封印着一条狗穿过的花裤衩，将它穿在身上可以提升一定的实力，如果将它套在脖子上，实力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又是这东西，反正我是穿不出去的，更不要说这还是一条狗穿过的。苏雨抱怨归抱怨，还是立即使用了藏宝图。一只花裤衩浮现，看起来还挺新的。苏雨伸手，花裤衩落入掌心。穿在身上提升 50% 的修为，套在脖子上提升 70% 的修为，但是不管提升多少，最多只能提升到战皇九阶。我才区区战王，这玩意给我用完全是浪费。但是和雷刚雷队长就挺有缘的。接下来苏雨继续挖藏宝图。这里有一个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苹果，这里有一盘100万年前的红烧肉，这里有1000瓶老干妈。我的运气是不是用完了？挖了400张藏宝图，就挖了一条花裤衩，一直挖到下午2点半，苏雨都要崩溃了。现在没办法去挖了，下午3点要杀七杀教的教徒，还要全国直播，我可不能迟到了。苏雨，你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给你了。这边已经准备好了，现场直播，全国的人都能看得到。你要不要戴个面具，免得被人报复？不需要。我孤家寡人一个，根本就不怕报复。我得到了杀戮精，还凝聚出了杀字神纹，想要变强，不杀人怎么行？那行吧，那你小心点。我知道了。很快3点了，苏雨拿出狗头铡，邪教人人得而诛之，杀无赦。顿时一片西瓜滚滚。可恶，实在是可恶。同一时间，整个大夏所有电视台都在直播。好一个苏雨，杀我七杀教这么多人，你等死吧。来人，去查苏雨的详细资料。对付不了苏雨，我还对付不了你的家人吗？我把你父母兄弟姐妹全都抓来直播杀给你看。我知道有很多邪教的人也在看直播，你们此时此刻肯定恨不得杀了我吧。我在天河市等你们来杀，谁不来谁就是孙子。妈的，我脑子是不是秀逗了？怎么会采纳苏雨的意见这么挑衅？接下来多少邪教的人会蜂拥而至？天河市拿什么挡？天河市短短数天的功夫就迎来了数次危机，好不容易全都平安度过，但现在起怕是又要面对更多的危机了。苏雨还不错，和我的想法一样，全都杀了才是。想了想，他还是给郝天禄打个电话，派叶天命执行任务，然后让叶天命暗中来天河市吧，这边可能要出事。我已经安排了，这个苏雨真是让人头疼。叶天命，魔都那边现在很乱，我给你先发一个前去支援魔都的命令，暗中你前往天河市待命。哦，知道了。刹那间后脑勺的身影就消失了。真能装，不过这也和他挖出的上古金丹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这上古金丹是谁的，那个时代谁最能装来着。年龄大了，记忆也不好了，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现在的我还很弱，非常弱，真要是有人来杀我，把握是真的不大。但这是我的杀劫，也是我的造化。先回家让杀字神纹晋级，看看今天能提升到什么境界。行一善，你回来的正好，我要提升修为，你给我看着点，千万不要让人打扰到我。
这才过去了多久，杀子神文竟然就提升到七阶了。可惜战刀自神文都没有什么提升，杀戮精果然是变强的不二法门，杀万人可称王。这里的王应该不是战王的王。无尽的岁月前，不知道能被称作王的会是怎样的存在。昨天我就觉得不对劲，现在我可以肯定了，他竟然走的是杀戮道。但凡是走杀戮道之人，终其一生不是在杀戮，就是在杀戮的路上，无比的恐怖。其名可知小儿啼哭，其名可让敌人万念俱灰。邢一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一尊观音像，这是他在市集上买的。他朝着观音像拜了拜，低声道：“弟子邢一善，见过观音。观音若是尚在，还请显灵。”等了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不禁面露失望之色。30分钟后，苏雨出来了，神清气爽。那天地中杀死神门已经提升到了战王九阶。还差一步就是战皇了，如果我把沙子神文隐藏起来，只展露战子神文，那我就是战王二阶，可我若是展露沙子神文，那我就是战王九阶。这样也好，借助神文有时候还可以隐藏自己的修为。4点多了，得去挖藏宝图了。苏雨看了一眼时间，就要朝外面走去，忽然他想到了邢一善，便敲了敲门。等邢一善出来后，他拉着邢一善的手来到了电脑旁边，花了半个小时教会了邢一善简单的上网看视频，苏雨这才离开。跑了400个地方，400张藏宝图，结果就挖出来一个花裤衩。忽然苏雨有所感应，左手伸出10张藏宝图降临。今天我解决了这么多危险，这是给我的奖励。这次结算的倒是挺快的，我以为又要等2天呢。苏雨，我花300万买你的七杀杯，你考虑的如何了？不卖，300万，这不纯粹就是欺负人吗？苏雨，你别这样，你看我来都来了，挺不容易的，你就别计较了。300万卖我，我立马付款给你。价格太低了，卖不了。七杀杯是祸不是福，你把握不住的。这世上想要七杀杯的人很多很多，你挡不住他们。你这人怎么就这么不识好歹呢？再给你加100万，一共400万，你把七杀杯给我，如何？我再说一遍，400万太低。苏雨眼中杀意澎湃，一刀劈出，这一刀速度之快，宛如闪电。但是面对如此一刀，余秋腾的眼中没有一点点意外，更没有惧怕，反倒是有一种阴谋得逞的意思。刀再快一点，只要在我的身上划出一道口子，我就能反杀了你。到时候就说苏雨突然动手行凶，作为守夜人的高层将其就地格杀，应该很合理吧。那时候不要说七杀杯了，你的一切全都是我的，包括你家里的邢一善。余秋腾，滚吧，不要再来侮辱我了。不要说是400万了，就是4000万我也不卖。我县里后兵呢，已经尽到礼数了，接下来可就不要怪我。七杀都到手了。族长，很遗憾地告诉你，苏雨拒绝了我们的条件。哦，一个亿也不行了，七杀杯价值连城，一个亿的确不够。这么看来，应该是有人指点过苏雨了。那么苏雨想要多少钱才愿意将七杀杯卖给我们？苏雨说七杀杯价值连城，不要说是一个亿了，就是10个亿、100亿他也不卖，他还让我滚。他奶奶的，好生狂妄。行了，七杀杯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你回来吧。走就走，气息扩散四方，这么招摇做什么？难道余秋腾这是在制造不在场的证据？这么说余秋一族要对付我了。来吧，让我看看你们如何对付我。苏雨拿出了一张藏宝图，仔细核对了一下地点，天上人间楼顶，苏雨凝神望去，这里封印着一条龙，他喜欢吃人，你努力一把还是能杀了他的。挖这么多了，我也要挖出一条龙了。没有任何的犹豫，苏雨立马就使用了藏宝图，一片空间浮现，苏雨看向里面，双眼顿时一缩，一条龙横卧在里面，在他的身体四周全都是皑皑白骨，堆积如山。下一瞬，一条龙苏醒，从空间里钻了出来。本龙终于出来了，我要吃。其话还没有说完，一张血盆大口从天河室外迅速蔓延而来，一口咬下，刚钻出来的龙直接被一口吞下，那是太古蟒雀。那是我挖出来的一条龙，这条龙战皇九阶的存在，真要是杀了，起码奖励我10张藏宝图，就这么被你给吃了，这下亏大发了。10张藏宝图没了，还打了一张进去。不用谢，下次还有龙，我免费帮你们杀。别欺人太甚，等我变强了，抓你回来给我当坐骑。太古蟒雀。苏雨继续换地方挖藏宝图，一直挖到了晚上。这里封印着齐天大圣的半只藕丝不盈缕，它上面留有齐天大圣的一丝微不足道的力量，于你而言它没有任何的危险。藕丝不盈缕，齐天大圣的鞋子，哇，必须哇。
苏雨，你不是说你在天河市等我们来杀吗？现在我来了，你想怎么死？就怕你没有那个资格。来人呐，狗头铡伺候。难道是自己力量不够吗？苏雨，你没有想到狗头铡对我无用吧？你是守夜人。守夜人？你有证据吗？没了狗头铡，你现在还有什么底牌？如意金箍棒吗？你太弱了，区区战王也想和战皇一战，哪怕我来的只是一道神文化身，你也打不过我的。苏雨，放弃吧，这样我起码能让你死得痛快一些。我的神文化身多的是，你随便杀。来的人是驴秋腾还是驴秋沙？金钱落地，人头不保。好你个苏雨，竟然拥有如此宝物。神文化身不过如此，今日我苏雨斩一头战皇土楼，灭四道神文化身。不管你是谁，或者说你们是谁，我苏雨就在这里等你们来杀。我说了，我神文化身多的是，你随便杀，看你能杀多少。我去，装过头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你是哪位守夜人？忽然白将军的一道身影浮现，提着苏雨迅速冲霄而起，没入了黑暗中。苏雨有危险。白将军，你还是不要过去的好，我不想杀你。天不生我叶天命，大夏万古如叶天命，你不该来，这件事情你不该掺和，走你。芭蕉扇，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芭蕉扇？难道两年前的悬案和你有关？白将军，这不是你该操心的。苏雨，你还有多少力量？可还能斩杀战皇？你若是能，我便是让你再杀一次，那又如何？你还真能再杀战皇啊？可惜在我面前你杀不了。终究是碎片，不是真正的如意金箍棒了，威力远不如当年。你以为我今晚前来杀你真的没做任何的准备吗？玄黄炎飞出，恐怖的高温好似要将天地点燃一样，可下一瞬芭蕉扇一扇，玄黄炎火焰不稳，差一点点就会熄灭。玄黄炎被克制了，如果虎头铡现在动用了，驴秋沙必然会提前知晓，从而有了准备。万一虎头铡铡不了驴秋沙了，到时候怎么办？现在我还有一些底牌，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能动用，因为这些神文化身就是再强都没有驴秋沙强。驴秋沙那是战皇之上的存在，如果我连这些神文化身都对付不了，那对付驴秋沙完全就是一个笑话。突然苏雨的身影瞬移了出去，刹那间就出现在了30公里外，同时苏雨手中出现了一张藏宝图。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李潇竟然把自己挖出来的传送罐带给你了。李潇对你还挺不错的，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这点速度只能让你晚死一会儿，仅此而已。想让我死？你做梦吧。这里有一座湖泊，里面生存着上百只鱼头人，他们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一双美丽的大长腿，他们对人类充满了无尽的欲望，尤其是对人类的强者，一旦释放出他们，皮包骨头都无法形容你。苏雨开启藏湖后，使用李潇的传送腕带瞬移远去。哇，好强壮的人类，人家好想要。远处苏雨的身影浮现，没有任何的犹豫，再次瞬移出现在了面具人的身后，手中又有藏宝图浮现。这里是生存着石头土楼，他们很饿很饿，见人就吃。苏雨立马使用了藏宝图，又瞬移走远，石头土楼咩咩的叫着冲了出来，朝着面具人冲了过去，咬掉了面具人的一条腿。苏雨，我和你不死不休，你给我等着。你不是很牛吗？有种别跑啊。麻烦了，面具人逃跑了，现在这些怪物都得我来对付了。来人呐，狗头铡伺候。杀了这么多，真不是人干的。果然想要变强还是得靠杀，光靠藏宝图还是不行的。苏雨，欢迎来到驴丘洞天，这里才是埋葬你的地方。那你们为什么在天河市杀我？因为我们要嫁祸给邪教，还要引好天路过去。现在好天路已经赶往天河市了，在这里杀你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只要在这里杀了你，你的一切痕迹都会在这里被抹去，一切关于你的记载都会消失，就好像从未出现过。还有你家里的行医扇，老夫惦记的很多集了，可作者一直不让，这下他终于是我的了。你们这是杀人于无形，不存于历史。你倒是还知道一些，看来你也不简单。
出来单挑了！有毛病，那是小孩子才做的事儿，一起上！你们太看不起我苏宇了！俺老孙来也，记住了，老子的名字叫做齐天大圣孙悟空，妖怪哪里逃？吃俺老孙一棒！这么强的吗？一下子嘎了三位战皇，幸好自己没有提前用，要不然撑死了也只能嘎一个，且不亏死了。该不会是洞天内出事了吧？不行，他还真的是洞天内出事了，那里面全都是我的族人，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亏了，亏大发了，早知道这一棒子留给驴秋沙该多好，为什么嘎的是驴秋藤？驴秋沙那可是战皇之上的存在，一棒子嘎了他该多好。苏宇，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杀我驴秋一族的战皇，方才那一击你应该已经力竭了，现在你便给他们偿命吧。想要我挂可没那么容易。驴秋元，身为守夜人，你们一族竟然敢杀同僚，这可是死罪，现在你若是自缚双手，或许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不然你驴秋一族必定会被灭族。袁成胜，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看重苏宇。我也没想到你们驴秋一族竟然敢杀同僚，我更没想到你们驴秋一族说好的一门三战皇，结果是一门四战，不对，是一门五战皇。袁成胜，苏宇挂定了，你就不了，我拦住他们，你想办法逃出去。你们被挖出来了，我们待你们不薄，许你们加入守夜人，给你们最高的福利待遇，结果你们有上百位战王藏在这里，你们啊全都该嘎。好，好得很，杀我驴秋一族三战王。苏宇，我倒是小看了你，还有你袁成胜，你为何要掺和这件事？驴秋杀苏宇不可挂，我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昊天路也来了，你莫要自误，你们能赶来再说吧。麻烦了，我的分身被驴秋杀杀了，驴秋杀疯了，苏宇很危险，这一次不管如何驴秋杀都必须嘎，这样的人就不该留，挖出来的时候就该干掉。苏宇啊苏宇，我是真的没想到你竟然造成了这么大的动荡，不过只要杀了你再抹去你的存在，到时候我还是守夜人，至于你没人会记得。驴秋杀，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是一直都在等你呢，妖姬出来吧。长生仙，你管这叫妖姬？嘎了他，驴秋杀。我来对付朱雀，你们去嘎了苏宇。我的实力还没能恢复，只能对付一个。救命啊！这里封印着一头十万年丧鲲，把它释放出来，这里很有可能会化作人间炼狱。咦，这些藏宝图的坐标地点竟然都在驴秋洞天中，这是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有关吗？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太好了，应该就是在这儿。嘿嘿，这可真得劲儿，挖了。苏宇，你在搞什么？昔年阴曹地府被打成了无数碎片，其中一块非常小的碎片坠落在此地，并形成了一方鬼域，蕴养恶鬼30万，一旦他们被释放出来，势必会将这里化作新的鬼域。嘿嘿，这可真得劲儿，挖了。救命啊！余秋沙，我这份礼物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苏宇，我一定会剐了你的，一定要让你形神俱灭，魂飞魄散。说的好像我不这么做你就会放过我一样，既然横竖都是一样的下场，不如干一场大的，拉一些垫背的。驴秋沙，你信不信今日我苏宇嘎不嘎的我不知道，但是你这30000多的驴秋族人必死无疑。这里有一座沉睡了10万年的火山，一旦打开它必定会喷发，使得这方洞天化作一片赤土。驴秋沙，我苏宇再送你一份大礼。元儿，施展燃血祭天术，先杀了苏宇再说。好。
金钱落地，人头不保。不要！一头人形生物从里面走了出来，它身高十米上下，浑身肌肉球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它的头顶竟然长着一条条毒蛇，看起来十分瘆人。苏宇，你爷爷我在呢。余秋沙，现在你觉得如何？为了一个七杀杯来杀我，值得吗？不用管那人形生物，先杀苏宇。想杀我还不够资格？忽然苏宇一刀劈出，刀光映射天地，刹那间无数西瓜滚滚。虽然不知道战皇是个什么玩意，但今日我苏宇当入战皇。战皇我成了，今日我苏宇入战皇，当杀一位战皇为我庆祝。你到底是谁？苏宇。朱雀前辈，坚持住，让我喘口气，再来和你一起杀。刚才杀驴秋元爽是真的爽了，但是消耗巨大，太累了。区区驴秋元其实不值一提，说破天那也只是一位战皇罢了。可是驴秋沙是战皇之上的存在，他才是让人最可怕的对手。朱雀前辈，你再坚持下，带我杀了另外一位战皇，我再来和你一起杀。行一善，牵制住他，让我来杀他。嘶！那天地中杀死神纹震荡，很明显又壮大了一些。行一善，你去帮朱雀前辈。朱雀前辈，你再等等，带我杀了驴秋一族的这些杂碎，再来和你并肩作战。苏宇，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驴秋一族也是人族，你杀我的族人，那你就是人族的叛徒，你就是人族的罪人。你才是人族的叛徒，是人族的罪人，你驴秋一族没一个好人，全都杀了也不可惜。上百位战王全都待在驴秋洞天，不是坏就是坏，今日我苏宇就是要全都杀了，你能奈我何？人族强者饶命，我们生前也是人族，念在我们曾为人族的份上，请饶我们一命，我们愿意臣服你，绝不背叛。杀我人族全都该死。恶鬼们看到这一幕，再没有任何的犹豫，纷纷退回到了鬼域洞，在那里他们或许还能活，可在这里他们必死。不要再出来了，再出来我就杀入鬼域，杀光你们。苏宇才是真的恶鬼，太凶残了。余秋沙，你三万多的族人已经全部伏诛，现在我再问你，为了一个七杀杯你来杀我，值得吗？值得吗？当然值得，莫说是为了七杀杯，只是死了我三万多族人了，便是死再多人又何妨。苏宇，真的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助我成长，唯有他们死了我的道才能成，也唯有他们死了我才能断了和他们的因果。苏宇，你现在想怎么死？纵然是拥有无上神兵利器，但你太弱了，也难发挥出其威力。不过等你死了，他们就都是我的了，我比你强，我比你更能发挥出他们的威力，他们只有我有资格占据，你不配。想杀我你还不行？来人呐，虎头铡伺候。虎头铡竟然是被你挖出来的，但是你太弱了，虎头铡对我没用，现在先斩你因果，然后再慢慢炮制你。唯有斩断苏宇的因果，好天路才会退去，那时候没人会在乎你。苏宇，斩。林修沙，你敢？我怎么在这里？天河市不是在求援吗？该死，我跑这里做什么？我得去支援天河市。袁成胜，你怎么也在这里？你怎么往回跑？你救下苏宇了？苏宇是谁？谁是苏宇？为什么要救他？苏宇是苏宇是苏宇是谁来着？对了，天河市求援，我们赶紧去支援天河市吧。苏宇，我已经断了你和好天路、袁成胜的因果了，他们不记得你是谁了，他们退了，你杀了我三万多的族人，我可不想让你随随便便死去，那太便宜你了。
苏雨，苏雨是谁？我的传送万代呢？苏雨，那可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可为何我好像在淡忘他？苏雨，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感觉如此伤心，很想流眼泪，好像某个人离我越来越远。姬老，你都很久没来看我了，人家怪想你的。姬老是谁？我为何拿着此人的照片？好大的胆子，何人敢断我因果？待我想起之日，灭你九族之时。区区蝼蚁也想断我因果？滚！这三位到底是什么人？微微一动便让我如此重伤。我记住的人，你也配斩他的因果？我记住你了，等我来嘎了你。苏雨，坚持住，等我来救你。老道的记忆也是你能抹去的？苏雨，认识你的人是真的多，但是他们都不会再记得你了。娃，我来救你了。今日我苏雨拼着战皇的修为不要，也要将你送葬于此。那天地中沙子神纹鲜红如血，震动不休。陡然沙子神纹光芒一下变得无比暗淡，但却有一道无比可怕的力量瞬间涌出，如意金箍棒法术。这都没死，我就不信你还不死。来人了，主屠杀伺候。战皇之上不过如此。你想起来了？嗯，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那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我还记得你，我还要找你买藏宝图呢，千万别挂球了。嗯，我记起苏雨了。这么说，有人斩苏雨因果失败了，或者被终止了。行一善，你没事吧？我并无大碍，有人来了，我先躲一躲。余秀一族该杀。苏雨，你感觉怎么样？我还行，没多大事，就是有点虚。苏雨的伤势很严重，但性命无忧，短时间内不好再动手了。袁成胜，先带苏雨回天河市，这里我来想办法善后。善后，我要怎么善后啊？苏雨嘎了30000多人，要不我辞职不干了。东一区，谁爱父子父子去，或者我去找姜老说说情。可是我和姜老没那么深的交情啊。这个苏雨是真的狠啊，竟然全都给杀了。难怪七杀碑会选择苏雨。昊天路，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处理？我哪知道，啸天犬，你路子也，要不你给我支个招。我只是一条狗，哪来的办法？这可是30000多的驴氏族人，笑一笑，不要拉着一张脸。你是我挖出来的，应该继承我的优点。要我说，斩草要除根，不然春风吹又生。驴丘一族的人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执行任务，全都嘎了吧，一个不留。主意我给你出了，后果你得自己承担。白猿前辈，我问你个问题。问吧。战皇若是嘎了，他们在外面的神文化身会怎么样？会消散，但不会立刻消散，而是还能存活一段时间。居然还会存活一段时间，万一驴丘杀他们的神文化身找我报仇该怎么办？我得去找三位前辈当庇护所。那能麻烦白猿前辈送我去守夜人家属楼吗？你想回家，家里太危险了，还是守夜人分布安全一些。不是，我在楼下挖出了一个洞天，还请白猿前辈送我去那里。好。正好我现在是队长了，我去哪里找那么多的队员呢？刚好胖子是战王了，是个非常不错的人选。去挖一下藏宝图，顺便去看看胖子吧。这里储存着一罐落胎泉水，它除了落胎再没有什么效果。落胎泉水，世上怎么还会有这玩意？这玩意挖出来能干嘛？还是挖吧，要不然时间久了被人发现自己光挖宝贝就BBQ了。该去看看胖子了。阿伟已经死了，孩子我留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做什么？苏雨，你来做什么？这位老人家，你是胖子的奶奶吗？这样吧，老人家您先回去，让我劝劝胖子如何？好吧。老人家，胖子这是怎么了？我挖了一罐水出来，想着可能是什么琼浆玉露，喝了能成仙，结果阿伟喝了就怀孕了。胖子怀孕了？可胖子是男的呀。我想着怀就怀上了吧，正好阿伟现在不男不女的，把孩子生下来老陈家就有后了。可是
阿伟不愿意，还跟我说阿伟已经死了。还可以这样吗？你和阿伟都是年轻人，你们有共同语言，你帮奶奶劝劝他好不好？啊，这个我尽量吧。哈哈哈哈，你这不要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苏雨，你是守夜人，能不能给我把身份证改成陈薇薇？你认真的？不认真又能怎么办？我还能给变回去吗？那行吧，这是我挖出来的落胎泉水，送你了。我先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招揽胖子加入守夜人的事情时机不对，以后再说吧。震惊震惊，全国震惊，魔都有人挖出了一片天地，里面生灵无数，强者无数。守夜人总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推测会安排全国各地守夜人前往支援。挖出了一片天地？什么是天地？苏雨，来分部开会。我不想去开会，我只想去挖藏宝图。还是去吧，谁叫守夜人给的藏宝图多呢？好了，大家都到齐，现在开会。相信大家都看到头条推送的新闻了，林子、张天和我一起前去支援，雷刚、苏雨留守分部坐镇天河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部长，我也要去支援。天河市一共就两位战皇，你必须留下来。部长，我也想去。你太弱了，还是不要去了，好好待在天河市。苏雨，不去就不去，等部长走了，整个天河市咱俩亲兄弟说了算，到时候我带你去天上人间，我们挖一条龙服务去。好了，林子、张天立马去准备，我们三十分钟后就出发。雷刚，你去巡视全市，免得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捣乱。苏雨，雷刚实力很强，但是脑子没你聪明，也没你狠，我走之后把一些事情交给你，就当是我对你的考察。如果我能活着从魔都回来，肯定是要被调走的，到时候我会向上面提议让你来当守夜人天河分部的部长。这是七杀教安排在守夜人间隙的资料，关于这三个人你自己安排，我回来以后只看结果和利益。可以，我来处理吧。这是根据山河印打造的天河图，有人挖藏宝图就会有提示。林姐说我转正了，给我配一辆汽车的，什么时候给我？等着吧，在路上呢。我不在的时候你多操点心，该杀就杀，不要怕，出了事我担着。时间到了，我先走一步。苏雨，你觉得我真有那么不堪吗？我觉得雷队长你充满了智慧，你不愧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雷队长，想不想干一票大的，把七杀教一锅端了？行，那我跟你干。行，你坐镇分部，我出去准备一下。小苏雨，我们听说魔都那边有人挖出了一片天地，我们去凑个热闹。勿念，你们跑路就跑路，好歹给我留个妖姬啊，实在不行一半也行啊。白猿前辈，你要去支援魔都吗？嗯，过一会儿就走。能把你的毛给我一根吗？哟，身怀重宝，肯定很多人想嘎你。行，给你一根，关键时刻能保命。给你。多谢白猿前辈。袁丞相，别扯淡了，该走了。除了正在巡视的守夜人，余下的守夜人全部集合。我刚接到消息，七杀教余孽要趁部长不在的时候来天河市搞事情。我现在实力倒退，也就初入战王，一旦七杀教余孽来临，我必然不敌。所以从现在起，分部只留必要人员，余下的人全部外出两班道巡视全市，一旦发现可疑人员，该抓抓，该杀杀。你们十个人一会儿跟着我出去巡视。好了，全部解散。部长给的名单上有三个人，这十个人里面就有两个是七杀教的底细。嘿嘿，这下有得搞了。二教主，教主什么时候回来？教主自上次被追杀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该不会是已经扎了吧？放肆，教主要回来还得等等，上次教主被追杀不得已只能出海，一路逃到了岛国，海上有守夜人的高层镇守，一时半会教主还回不来，但大家放心，时间一定不会太久。好了，这次召集大家来不是因为这件事，天河市李潇、雷刚步入战皇，但现在李潇带人支援魔都，天河市就剩一个战皇雷刚，还有一个战王苏雨了。苏雨杀了我们不少人，这次我们得趁机报复回来。可是二教主，我听小道消息说苏雨好像一个人屠了整个驴丘洞天，你确定咱们这点人能报复？苏雨是屠了整个驴丘洞天，甚至连驴丘杀都被苏雨干掉，因此苏雨也有所反噬，一身修为十不存一，现在也就初入战王罢了。说得好，就该这样，上次在天河市的行动
对我们七杀教的打击很重，这次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免得被同行嘲笑。七杀杯落入了苏雨的手中，那可是我七杀教的镇教之宝，必须要抢回来。好了，大家该休息了，等吃过晚饭再巡视两个小时，现在解散，是时候该挖藏宝图了。昔年一位长生仙炼制了144张麻将牌，有一张花牌竹坠落在此地，它损坏很严重，力量流逝也很严重，但它可以为你所用。这张麻将牌肯定是长生仙的，不知道比起妖姬一统二统能力如何。又有人挖出我的麻将牌了。不会吧不会吧，小苏雨和我们这么有缘的吗？挖出来的是麻将，那是和我有缘，和你有个屁的缘。迟早有一天小苏雨也能挖出我的东西，小苏雨能挖出我们，说明气运不差，他肯定能挖出我的宝物的。你要是不信等几天再看。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小苏雨肯定也能挖出我的东西。小苏雨要是挖出你们的东西，我把仙字倒过来写。这传送万代真方便，只要摸一摸就把人传送走了。一定要在部长回来前把所有的藏宝图全都给挖了，免得部长把传送万代要回去。因为禁忌存在，年轻时使用过的魔枪损坏得十分严重，但是能用且对你没有任何的危险。只要被禁忌存在用过，就是一条大裤衩子，也拥有着无上的威能。哇，必须哇！一片空间浮现，一杆魔枪静静地悬浮在里面。苏雨伸手握住魔枪，顿时一种强大的感觉油然而生。我这又凝聚出了一个神纹，还是个枪字。凝聚神纹都这么简单的吗？感觉到了吗？我年轻时候使用过的魔枪被挖出来了，好像也在天河市方向，说不定就是小苏雨挖出来的。年轻时候我没记错的话，你那时候都一百多万岁了，你管一百多万岁叫年轻？一百多万岁都能给人当祖宗了，和年轻不沾边。在我族，一百多万岁的确是年轻的时候，打死都不能承认，看你们怎么低吧。有人挖出我还是幼兽时节的一粒妖丹了，也在天河市的方向。咱们三人的东西都被挖出来了，而且都在天河市的方向，可别真的是小苏雨挖出来的吧。如果真是小苏雨挖出来的，那这小苏雨的气运是不是也太恐怖了。我记得小苏雨还挖出了那只猴子的道宾碎片，而且还能正常驾驭，这已经不是气运的问题了，而是被那道兵认可了，也是被那只猴子认可的。这里面一定有古怪，不行，等回去了一定要查一查小苏雨。流氓，我什么都没看到。裙子很好看是吗？我在外面买的，你突然回来是有什么事情吗？那这个给你，行医善恢复了，天河市就多一个战皇，那么对付七杀教余孽时把握也就更大了一些。一粒就够了，打架的时候记得喊我。好，行一善见过观音。又有人搞事情，走上。不行了，我的伤势还没恢复，撑不住，你们去巡视吧，我得歇会儿，两个小时后你们就交班，然后回去休息。苏雨坐了一会这才起身顺意而去，在出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藏宝图。这里有一粒龙牙米，它聚集了天地精华，乃是太古天龙的食物，虽然流失了很多营养，但营养价值依旧很高，挖出它吃了它。天河市的藏宝图都挖得差不多了，长生存在洞天里的藏宝图等三位长生前辈回来再去挖，到时候不管是什么玩意都可以挖出来。挖一个小时藏宝图就挖了一枚灵草，两株灵草，还有一本破书。苏雨，你怎么找到我的？怕有人杀你，所以我一直盯着你呢。你挖出来的？嗯，要不要送你了？要要要，那谢谢你了，正好拿回去研究一下，下次挖出美人鱼了，若是他们有敌意也好杀了他们。不过到现在我都没有挖出过美人鱼。苏雨，你说七杀教的余孽今晚会来吗？会的，即便今晚不来明日也会来的，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一旦让我恢复了伤势，他们杀我的机会就很渺小，
你说他们会不会来？而且七杀教教主在海外，现在就是他们变强的最好机会，这机会就在我的身上，他们要不要来赌一把呢？赌赢了以后和教主平起平坐，再不济在七杀教中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赌输了算了，赌狗都不觉得自己会输的。苏玉太可怕了，幸好苏玉是自己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有人挖藏宝图了，七杀教的余孽来了，走。放肆，何方宵小之徒，胆敢袭击守夜人分部？你才踏入战皇，为何可以这么强？凭什么？老子是天才，万古不出的天才，强一点怎么了？雷刚，你还是太弱了一些，你们这是为了杀我而来吗？不瞒你们说，我守夜人天河分部的雷刚队长盖世无双，一人就能杀得你们七杀教屁滚尿流，所以你们想杀我想都不要想了。而且我已在天河市布置下了天罗地网，你们来多少必定会死多少。苏雨，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天河市外有人挖出了大危险，你不带人去阻止吗？所有守夜人听令，防守天河市，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若是有危险来袭就地格杀。是危险吗？在我眼里你们七杀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要杀就先杀你们。圣女出手杀了他们，一起上，先杀苏雨。五位战皇啊，七杀教都元气大伤了，怎么还能出动这么多的战皇？苏雨还不跑，你现在也就战王二阶，而且还受了很重的伤，留下来只会等死。苏雨，你这次死定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底气。李潇走了，天河市就只剩下两位战皇了，哪怕你再有一两位战皇那又如何？我这边高端战力比你多，那你就必须死。杀了你，七杀贝将会回归七杀教。这么多的战皇如何对付？那你试试。请白猿前辈斩杀室外的巨狼，如不能斩杀牵制住也行。你没看到现在有五位战皇朝着你杀来，你不在乎自己安危的吗？巨狼若是入天合适，必定会大杀四方，但是七杀教的人现在只杀我。啊！怎么了？我的妖丹被人使用了，我得去看看。看好了，这一刀名为开天。啊！今夜七杀教的余孽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双死一双，来一堆死一堆。对了，我刚杀的这个是谁？不知道。那是七杀教的二教主。七杀教的二教主已经伏诛，市里若是还有七杀教的余孽，立马自缚双手，争取从轻发落。苏雨，你是真的能搞事情，我才刚走你就带人杀了七杀教那么多战皇，奈何我这化身力量要没了，接下来你自己小心一些，我们都进入那片天地了，短时间内可没办法赶来支援你。苏雨，今晚应该不会再有战皇来了吧？即便是还有战皇来搞事，咱们不怕。我除了挖出一粒妖丹外，还挖出了一杆魔枪，魔枪一出，不要说是战皇了，就是战皇之上也是有来无回。真的？完了，这个光头看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苏雨，你给我七杀杯，我帮你杀七杀教的战皇，如何？一蛇，你信不信我斩你拿去熬蛇羹？哼，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今晚来的不光是七杀教的强者，还有别的邪教强者。苏雨，你考虑考虑啊。一蛇，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不如亲自来抢。我还是算了。各位，不管你们来自哪里，是什么身份，十分钟内全都有多远滚多远。十分钟倒计时开始，走了，我们回去喝茶。苏雨，你真的有把握对付？有个屁的把握。没事没事，还有我呢，到时候若是战死我先赴死。那100万卖你，我知道你没钱了，有钱了再给我。这苏雨，十分钟还没到，你耍赖。既然不走那就都不要走了。什么时候战皇都这么弱了？好大的口气，你若是觉得自己有本事大可来杀我。苏雨，你敢吗？有什么不敢的？青蚕女挑衅你的，你去杀青蚕女啊。你杀我做什么？我会杀她，但我也会杀你，她该死你也该死。杀我你得付出代价。来人呐，狗头铡伺候。苏雨，你好大的胆子，
敢杀我神残门的青残女。我神残门是无尽岁月前的大教，你杀了青残女，这份因果你承担不起。滚！我杀青残女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手救她，而是眼睁睁地看着我杀她？你敢说你不是故意借我之手杀了青残女？大家若是再不一起出手，势必会让苏玉逐一击破，到时候大家都得死。不如我们现在合作一把，先杀了苏玉，等苏玉死了七杀杯我们再有得者居之，如何？我同意，我们先合作弄死了苏玉再说。你连自己的同门都算计，谁敢和你合作？你刚才能算计自己的同门，一会儿就能背后捅他们一刀。他们是坏，但不是笨，也不是蠢。此残女可真不是个东西。南无极乐世界，西天如来法驾在此。苏玉，你是杀成性，罪孽深重，佛祖面前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我是杀成性，我罪孽深重，管你真的假的，先弄死你再说。果然是个冒牌货。各位还不出手吗？再不出手我可就走了。这么厉害，没记错的话长生仙好像还有109张麻将呢，下次打完麻将要不偷一张出来，比如偷个酒桶。我的麻将，长生仙真不是个东西。你的腰丹没了，还有你的魔枪虽然还在，但是没多少力量了，再用三五次估计直接就化作齑粉了，唯有我这麻将万古永存。你把麻将召回来，小苏玉怎么办？小苏玉死不了的，别人都死完了他都不会死。